好，来报告委员会。那我们今天出席的委员已足法定人数，那现在开会。那首先呢，先来报告事项哦，请议事人员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委第九届第二会期教育及文化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9月19日上午9:18至10:15，地点：联群仙楼101会议室。出席委员柯志恩委员等14人，委员主席何委员新存。报告事项：一、本院第九届第二会期各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时间、地点表一经提报，本院第九届第二会期第一次会议决定照案通过这案。二、宣读第九届第二会期本会召集委员选举的名册、选举事项。选举第九届第二会期本会召集委员：一、推定发票员、计票员、唱票员及监票员；决定推定高露以用委员担任发票员及监票员，何委员新存担任唱票员及计票员。二、选举结果：一、出席委员14人，发出票数14票，开出票数14票，有效票数14票，无效票数0票，剩余票数0票。二、开票结果：何委员新存8票，剩余学生5票，高露以用委员1票。三、何委员新存、陈委员学胜当选为立法院第九届第二会期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召集委员，宣读完毕。好，谢谢。请问一下各位委员，那对于上一次的议事录有没有异议？好，没有，那我们就照案通过。那接着我们今天的议程哦，是请这个科技部部长哦列席来报告业务概况，并且呢被质询。那首先我先介绍在场的委员哦，等一下我们再请部长哦介绍我们今天与会的官员哦。那第一位到现场是我们柯志恩柯委员，那第二位是我们吴思瑶吴委员，接着是我们苏巧慧苏委员。好，谢谢。那部长我来介绍，因为大家都认识了哈，我们的杨部长。那部长来，你业务报告之前先介绍一下我们的次长以及所有的官员好不好？好，我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出席的本部的同仁跟我们附属单位的同仁哈。因为今天有个蔡次长出席台化科技奖的那个审查哈，那今天有来的是邱正健邱次长，陈德金常次啊，主秘赵主秘赵景莲主秘，中规师林广宏师长，前瞻师陈忠全师长，主计处黄文基处长，秘书处王立尊代理处长，资讯处谢大勇处长，侦锋处陈康生处长，法规会彭立春执秘，自然师吴俊杰吴师长，工程师廖婉君师长，生命科学师江雪娇副师长，好，那个师长出国，人文师何立纯研究员啊，师长也是出国，科国师周世杰师长，人事处林淑安处长。那这边哈、啊、是附属单位哈、啊，我从这边哈啊，行政院咨询处的处长兼处长，第二期能源计划办公室的蔡佩琪主任，产学司邱球会司长，竹科管理局的张金峰副局长哈，局长出国，中科陈明房局长，啊，南科苏正刚局长，市长也是两个局长到这个俄罗斯参加世界的园区大会哈，同步辐射中心国商志主任，行政院科技汇报办公室郭子密哈，郭耀房执行秘书，行政院科技汇报办公室的参议王昭明王参议，行政院科技汇报办公室柴慧珍主任，科技汇报办公室高天柱主任，科技汇报办公室林志华主任，科技汇报办公室徐英英主任，国家灾防中心的陈宏仪主任，国家实验研究院的代理院长王作台王院长，请多指教。那谢谢我们杨部长的一个介绍哈。那我们现在请我们科技部杨部长进行业务报告，报告时间10分钟，请。
啊，对不起，在部长报告之前，我介绍吴志阳吴委员也到了现场。谢谢了，部长，请。主席、各位委员，大家早。今天是大院第九届第二会期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议，洪敦应邀前来报告，深感荣幸，非常感谢各位委员一直以来对我国科研发展的重视与支持，以及对本部各项施政的指导，让本部业务顺利推动。在此仅代表科技部表达感谢之意。在创新经济的时代，为引领科技带动经济发展与产业创新，科技部将持续稳定基础研究，塑造友善的研发与产业发展环境，进一步强化我国学术研究及产业发展的结合，充分发挥研发资源的效益，将学术研究成果加以活化运用，以厚植我国创新研发能量与国际竞争力。仅就本部当前施政初步成果与重点说明如下：一、规划国家科技发展政策，提升科技研发效益。为落实行政院整体创新产业政策的推动愿景与政策，以创新就业分配为原则，引导台湾新的经济方向与发展模式，推动五加二创新产业计划，经本部与行政院科技汇报办公室共同审议，并提报105年7月26号科技汇报第十一次会议通过106年科技发展计划，经费共1078亿元，由本部费城呈报行政院核定，请大院予以支持。其实我国科技发展在世界的经费挹注下，创造丰硕的研发成果，以促进经济发展。为引领我国中长期科技发展愿景与策略，预计于105年12月初举行第十次全国科技科学技术会议，以迈向智慧、低碳、健康、永续为理念，拟定创新再造经济动能、智慧生活之科技与产业，育才与竞才多元进入，以强化科技创新生态体系四大议题，擘画未来四年国家科技经济发展愿景。自9月底起，分别与北中南各开一场说明会，广泛征求各方意见。二、聚焦五加二创新产业，开创关键技术研发动能，配合五加二创新研发产业计划，本部规划整合产官学研资源，加强主力产业研发，配合智慧机械产业，以联盟方式研发数位化、智慧化、物联网、智慧数据分析、网时系统整合及等前瞻智慧关键技术，规划沙仑利用科学城，以创能、节能、储能及智慧系统整合为主轴，由本部主导筹设利能科技政策与研发综合研究所及利能科技示范产业，结合南科利能低碳产业聚落，打造结合在地产业的利能创新生态体系。三、配合亚洲矽谷方案，运用台湾矽谷科技基金积极投资创新创业团队，以协助国际技能、国际技术与人才链接，规划亚太生技医药研发产业中心，以完善人才、资金、制裁、法规、资源主题生态体系为架构，透过国际链接，以整合在地创新群聚，引导导引产业转型，打造台湾成为亚太生技医药研发重镇。令国防产业将结合国机国造，引进以辅导业的转型，投入航太产业，强化供应链体系，以厚植中科及南科高雄园区航太产业的聚落发展。三、活化投资园区的投资环境，发展创新产业聚落，针对产业升级及新创事业发展形态，着手修订科学工业园区设置管理条例等相关法令及土地资产活化机制，配合创新研发计划，吸引新创企业及重点产业进驻，使科学园区成为国际创新企业的培育与示范场域。例如，竹科打造竹蜻蜓创业场域，以降低创业成本风险。在中科定期召开由各大学院校轮流主办之集思会议，使学生了解业界需求，从中吸取创新点子。
在南科将建置南台湾创新创业服务平台，并建构制造者空间及南科金头脑创新服务平台。四、推动科研新南向布局，强化国际链接，配合新南向政策，为建立并扩大与南向国家科技合作平台，以成立新南向推动小组，规划未来推动方向，成立推动专案办公室，针对南向国家提出具体科研合作策略。本部已与越南、菲律宾及印度科技部签署双方科技协定，且科学园区已与南和乐高科技园区签署合作备忘录。未来将善用国际组织平台，提高对话层级，加强科技合作。利用现有卫星通讯网络技术及建置宽频地震观测站，提供东南亚区域地震监测、速报与海啸预警，并透过大气与海洋观测，以模拟改善天气预报与气候预测的准确度，厚植我国在东南亚区域科学研究的影响力。五、引领创新研究风潮，提升研发成果效益，为激发年轻世代潜能，启动学术研究创新，推动耀星计划提供专属大学研究计划补助，择优给予45岁以下优秀学者长期且充分之经费补助，协助从事前瞻研究，造就各专业领域国际顶尖人才之年轻研究人才，成为创新科技研究的驱动能量。为增进学研的成果多元价值，以回应社会发展需求，结合各主管部会共同推动有创新挑战及实用价值的专案研究计划，如以环保署共同推动空污防治科学研究计划，以卫福部、农委会及中研院共同规划跨部会科技研究，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追求防疫议题之传染病整合防治研究计划。为增进整体科技研究品质，持续检讨简化计划申请机制，开发新一代专题计划咨询系统，筛选具创新挑战及实用价值的计划类型，强化科技研究的多元价值与影响力，并改善学术审查机制。一、研究计划类型设定研发审查项目与标准，以全方位的公平审查方式为学术研究把关，同时强化学术研究管考机制，及时将具政策应用价值及影响公共利益之重大发现，以及业务主管机关参采，以切实鼓励学术研究实用化，提供多项双边科技合作人员交流补助计划，促进科技发展与全球接轨，以我国科技研发实力为基础，积极参与国际科技组织活动，并支援开发中国家发展科技发展，以加强我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达成科技外交的目标。六、活络共享机制，加速法人的能量扩散。在资源共享的理念下，本部主管法人、国研院各中心建置的研究设施规划，透过跨领域、跨界及跨部会之合作，设备服务分享交换平台，并整合活化研究设施资源，提供全国研究人员及产业界共同使用，完全由国人自行设计与建造建造的我国最大型跨领域共同尖端实验设施台湾光子源同步辐射加速器，已于9月19日由蔡英文总统主持启用典礼，将于9月22日正式启用，给正式开放给各用户使用，对我国生医绿能13纳米科技及智慧机械等产业的发展担任重要的角色，并推动国际合作成为科技外交的利器。为强化我国抗灾能力，已以7月1日完成灾防警告细胞广播讯息系统建置上线作业，完成灾害情资网之跨平台、跨浏览器的功能开发，让使用者以使用桌机、笔电、平台、手机以及不同作业系统都能迅速切换情资网版面内容，随时随地掌握灾害现况，提升全国防灾一体作业的效能。七、健全法规、科研法规，营造研发环境、友善环境，为加强产业合作诱因与成效，提供研究人员一个友善创业与公平合理的法治环境，以利学术研发能量，益助之产业界。本部苛政
着手征修科技基本法第六条，使研发成果收入包含股票排除国有财产法之限制，增加学研机构推动计转之诱因，及研修第十七条，放宽公立研究机构人员及公立学校兼任行政教师得兼任新创公司董事时，校园之师生创新创业的发想得以梦想成真。希望以本部希望以本会期完成修正草案送大院审议。决议为激发新的科技成长动能，带动社会经济成功转型，本部将建立研究的社会责任，在整合在地、接轨国际、连接未来基础上，以科技研发作为驱动核心，支援新兴产业关键技术，并促进区域与国际创新研发资源整合，开创未来前瞻技研创技术，重塑产学研伙伴关系，建立学研单位横向连接机制，营造友善研发环境，加强国内顶尖人才的延揽与养成，激发年轻世代创新潜能，加速引导新的科技发展与方向。以上报告恳请大院委员鼎力支持，并祝各位委员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谢谢杨部长的口头报告哦。那我们现在开始进行询答哦。那我们按照惯例哦，每位出席的委员质询时间为十分钟，必要时延长两分钟。那列席的委员质询时间为八分钟。那我们上午十一点中间休息十分钟。那发言登记截止时间为上午十点三十分。那我个人需要大家支持，我们是不是中午就不休息？那给三十分钟、半个小时，让大家用餐完之后继续开会，好不好？我的意思是说，中午就不休息啊。好，我们就一直整个质询就一直顺下去，然后还看看状况了哈。好了，我先原则性的宣示了，好不好？就是中午我们不休息了哈，给半个小时吃饭时间了哦。那委员如果有临时提案我们请于质询结束前提出。那我们按照惯例我们本委员会处理的提案，也都是如果提案委员跟联署的委员都不在场的话，就原力不予处理哦。那我们也都询答完全处理完毕之后，再来进行处理临时提案。好，按照惯例。好，谢谢。那我们接下来质询第一位质询的委员是吴志扬吴委员。来，主席有请杨部长。来，杨部长请。吴委员长，部长好哈。这个会期是预算会期了，我想除了业务以外哈，我们尊重大家科技上的专业啊，我们是监督，为民众监督。谢谢谢谢。我有一个感想，科技部里面都是人才，但是都是属于科学的人才。但是我个人也有做过地方首长经验哦，我发现科技部在编列预算上面，还有财产的管理上面啊，我觉得你们是有待加强啊。你们一直在被各部会欺负，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啊。也许你们很会做研究，但是你们这个实在是不行啊。我先问部长，你们今年度106年度的预算是增加还是减少？总个科技预算是增加了，但是我们科技部现在目前编列预算是减少的。编在你们下面是增加 11.95%， 但是真的你们在用的是减少 8%， 对，目前对不对？为什么差在哪里？看第一页啊，就是蔡英文总统的这个五大创新计划，行政院后来是5+2嘛，对，5+2当然是整体是编了395亿左右，各部会都有编，你们也有编，但剩下呢，就吊诡的是，他后来有个93亿1000万，就是现在讲的这个推动整体科技发展计划里面跨部会执行的科技计划，这个里面编了93.1亿，塞在你们科技部的预算里面，让你们看起来好像整体预算是增加11%，事实上是减少8%。没错，你们的预算就这样甘愿被这个什么科技汇报里面做决议，就塞在你们的
部里面吗？因为这里面你不觉得，如果都是做产业的话，为什么不塞在经济部呢？啊，如果是属于整体国家发展方向的话，为什么不塞在国发会呢？你们为什么这么容易让步呢？不是，现在这个还没有，还没有怎么说，就是93.1亿哈，是说我所谓的旗舰计划了。所以旗舰计划目前还没有，还要到各部会大家一起来竞争最好的那个有关5+2的计划。所以竞争完以后，还会分配到各部会去。对，为什么要由你来分配？为什么？因为现在就是科技部要负责所有的科技预算嘛，哈。你也可以说科技预算，你也可以说是产业预算啊。为什么？我的意思是说，你为什么这么容易就把它接下来？还是因为你不懂得怎么跟人家吵啊？所以大家就塞在你这边。你知道你最后这是93.1亿，编在你这边，最后是各部会拿计划把它领走、欸。哎，对对对，那没错。但科技部现在就是这个宿命就是这样嘛，哈。因为哪有这個？你的组织法里面有写明你有这种宿命吗？不是啊。我们这个科技部，科技部不是这个国发会，也不是主计处，也不是国有财产局，对，这个是从以前国家国科会时代一直延续下来的哈，因为国科会时代就是负责科技预算的审议，那到目前为止，第一个我跟你讲，科技部还没有，你如果是另外一家就算了，你这93亿塞过来，我也你要处理，那我无话讲，但是因为这样，你整个科技部为了塞这个93亿，你倒退。你自己科技部的预算减了8%、啊、对，各部会都在增加，就你们在减少啊。到目前为止，基本上各部会都是减少的啦。你们减少了很多啊。对，因为这个我们这个整个整体预算里面，科技部是最多，所以减少最多。好，这个我先跟你讲，这个预算，谢谢你的、我们大家都在看啊、第二个，这个预算我认为是违反预算法的啊、因为我们预算法规定。各部会你应该先要有计划、啊、你再能编列预算。你看你到现在只知道框列93.1亿、啊、那你知道有哪些计划吗？我们9月底、啊、就把计划会收进来，就93亿的计划会收进来。那我们希望10月最慢11月中就可以把审议，把各部会预算再把这个预算在各部会里面把它填进去。在审预算以前，你如果没有把各部会的详细的计划弄出来，我会，我告诉你，本席会带头反对你93亿、哦、因为哪有这样子的？哪有可以先射箭再画靶？我要93亿，你先编啊！你们通过以后，我再来慢慢提计划，这是绝对不可以哦！我先在这边先警告你哦！ Okay, 好、哦、这个是不可以。希望到那个预算审议之前，我们把。各部会的预算，还有这93亿是点一亿，为什么？如果是一个竞争型的计划，为什么会有这种零零头头的数字？我们就会讲，就因为我们搞政治，一定50亿、100亿什么我这种整数、啊。本来是100亿，本来是100亿，因为众议院有一部分的众议院预算好先拿到众议院去，所以有剩下93.1亿这样。你们这几个哈。我讲这个，我们会盯这条预算啊、哦。谢谢。我想各委员在盯。第一个，有没有违反预算法啊、哦？第二个，是不是先射箭再画靶啊、哦？然后比较担心的是，如果完全没有计划就先编，这是违反预算法。如果其实我们担心的是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其实早就知道要给谁了。到目前为止没有、哦、我们还是在。那你透过这种用空的方式先编下去，以后过了以后再提，那大概也知道谁会拿到。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个就是很严重了，那个叫做坐地分赃哦。到目前为止，我们那个听说已经提了300-400亿的计划了，我们到时候审议成93.1亿这样。好，你要提出来，哦、要不然这一条93.1亿，我看是很难、哦、我想即使是执政党的也很难去帮你们支持、哦、好，93.1亿哈。另外，再下一张哈、哦，我看到一个，就是这个是属于你们5+2里面属于你们贵部本身的预算嘛，没有错吧哈、哦？你们的5+2里面本身你们自己本身也有预算哈、哦。我看到了一个，就是说，有一个
这个四亿的啊，叫做沙仑绿能科学城哈、啊。我听到沙仑，我以为是桃园的沙仑啊，原来是台南的沙仑啊。这个地方我了解是一个高铁站前的一块产专区。对，那事实上台湾的高铁的所有的产专区都有一个问题啊，当时由高铁局在办这个土地征收啊，没有跟国家的政策做结合，结果就是变成说高铁是通了，但是每一个园区都是在那边养蚊子啊，所以我在想说，你这个案子可能是希望妥善利用那个土地，对，但是啊，我看到你这个编的四亿啊，啊，这个四亿完全是用来购买那个土地，跟高铁局做购买，对不对？啊，你这个要所谓绿能科学城到底是什么东西，什么概念？绿能科学城，因为总共它那个地方画出来有 A B C D E 的这个编号了哈，我们在一个西区里面就要以科技部要主导一个整个科学城是三十几公顷加上两百公顷的那个框架了哈，那个都是高铁局的去加上台糖的。那目前我们规划的核心区就是那个四亿，就是我们要盖规划那个我们自己的西区了，就是我们科技部要推动的那个科学城啊，这什么科学城嘛？就是，所以我就担心嘛，你整个五加二什么亚洲西谷这些东西，当时就被业界的人就批评都是空的嘛，跟那个新南向政策一样，都是空的嘛。那你现在我具体已经到绿能科学城了，那绿能科学城的内涵是什么？我觉得你们还是一样嘛，有点我先把那块地先框下来，以后再说。对，目前这个进度哈，已经是要到下礼拜是吧？下礼拜我们要到台南去，类似每一个地方都要有一个公听会了，所以基本上是已经规划完成，但是在公听会后到时候就送行政院这个部长。部长，那个进度是有点慢了。你在帮高铁局解决问题了。我跟你讲，你们一直在帮别的部会在解决问题。请你看一下，在桃园的观音，也就是桃园的沙仑的附近，其实就有一个环保科技园区。好，我不知道跟这做的一不一样，他做的是整个循环利用的啊，它是一个绿能园区啊。我觉得你们应该去先检讨台湾各地的所谓绿能的这些园区到底当时做了什么，有什么成效啊？如果成效好，土地不够，你应该在原来已经有基础的部分旁边再处理，而不是说哪里因为一直找不到题材，你们就过去。我现在在讲什么，你应该知道。上个会期我讲了很多遍，对对，你们跟文化部，你们真的当了冤大头了。你们花了钱去帮他整修十四栋的古迹，然后让他去用，剩下将近三百公顷的你们要用的东西，变成他们指定的文化景观保护区，然后你们连剪个树啊、修个马桶都要提报他们文资审查委员会啊？请问科技部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你的93亿，你这个是大中央这个国发会的事情，我觉得不是你的事。然后你在帮四亿买了地，才在想说买了这个地要做什么？你在帮高铁局解决它开发没有效益这样子的问题，你又帮文化部去管一个他在保护的区域。你们这些这么聪明的头脑，为什么要帮他们做这些事情呢？所以我觉得你们不要把自己当作国有财产署，好不好？每一个部会不晓得怎么办了，好像跟你这个当初都是行政院层级的决定啦。所以你们有没有参加行政院院会？有参加行政院会啊。我说这个有时候这个不是现在来开始的啦，也是从上个政府开始就继续下来的。所以你可以讲嘛。那个时候一定有那个时候时空背景，比如说某某首长去视察哪里，发现这里怎么会荒凉一片，要找个题材给他。然后后来经过一阵子，发现不适合嘛，然后谁又加了什么什么什么目的给他，
以后大家可以调整嘛，你跟文化部是在不现在正在调整中，你们是平行嘛？对，现在正在调整嘛，就是调整两个部会都为了这个，像你刚才那个委员长讲是从中心新生高等园区嘛，现在我们有非常绵密的对话，希望把它做好。所以部长，我告诉你这几个案子哈，中心新村的，啊，这个沙仑的，还有你们那个整个93.1亿的，加起来非常多，超过100亿哦，啊。如果本席没有任何满意的答案，你这100亿，你光科技部我就要搞你100亿，我就要删你100亿。我找时间跟委员这个说明报告。这个太离谱了，把自己当作国有财产署在，没有必要嘛。你不想要的丢出去，丢给国有财产署，你想清楚再发给我，不要花你的预算，你的预算要做我们台湾最先进的科技，拜托。谢谢。好，谢谢。谢谢吴志扬委员。那接下来咨询的委员是柯志恩柯委员。谢谢主席，我们请杨部长。来，部长。委员早。哎，部长早。你必须要把刚刚吴志扬委员对你这一番话哈，当时他在帮里面爆区了，因为他这样的感觉啊，其实也是我当年想起在申请国科会的时候的一些的感觉。那时候就发现，即使打电话给我说柯老师你忘记缴的什么东西的时候，都是具有博士候选人身份的这些人，所以那时候大家就觉得说，像科技部就好像过同才子啊。一堆的钱在你们这边流过去，就你们都要分配给不同的人，然后最后来审查。包括我们如果要上网，那个流量不够的时候，都还要打电话骂你们，对不对？所以干嘛把自己角色变成是这个样子？诚如他刚刚所提到的，这么多博士级的学者专家在现场，在你的统筹之下面，说实在的，这个部长可以跳脱过去的这些行政官僚的这样的一个部分，找出一个科技部一个非常重要的定位。我想这应该是吴委员他其实对你在要删你100多亿之下。下面对你另外一番的期许了。好，我们现在来开始，因为这个会期也是属于预算的会期哦。那我想也是针对一些的预算啊，在就教于这个杨部长。那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啊，这个绿能可以说是在这个科技部当中，也是未来创新产业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那我记得在8月的时候呢，我们曾经被安排到目前我们这个太阳能的龙头这个茂迪去做一个参观嘛。结果参观不久之后呢，就发现茂迪已经要裁员200个人，然后呢就是整个人员删减的4%。那这个部分来说的话，而且很多的业者认为说他们这个产值啊，可以说是惨兮兮。可是呢，我们这个目前在我们这个创新产业当中呢，有关于在绿能这一块，我们反而还要花50亿的经费投入进去。那不晓得部长你对这个状况的了解程度掌握度到哪里？绿能当然是包括很多项了啊，就是说太阳能光电是其中之一了。科技部负责就是看看能不能有研发新的产业50亿哦，对。可是问题是业者都已经开始叫苦连天了，你会不会觉得太乐观，还要投注这么多的钱？这是我们比较关注的重点。假如说你去中科哈那个看了一下，你就知道说其实太阳光电还有很多新的研发的技术可能会进来了哈。那当然目前以现在的技术，就是大家在这个比这个价格嘛，而且产能过剩嘛。那当然我听说也有新的啊，这个不能是听说了，部长，这个50亿投注下去的话，这个东西还是必须要做出很完整的对你未来前期的一个规划。对我们科技部来讲，我们当然是希望研发新的技术，或者新的这个还是一句话，因为你编的这个钱下去，我想我们在未来在这个审预算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看到非常详细，特别是你对前瞻的一种趋势上的一个掌握。否则当我们这个最前线的业者都已经发现有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还后面再去跟进，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是我们当然我们科技部都是做新的研发，不会跟进现在已有的这个，所以我们还是要看很仔细这个部分，这是我第一个所提出来。第二个也很有趣哦，我要同样是对你们这个沙仑的这个部分，因为它也属于所谓绿能科技嘛。刚刚吴委员说他以为在桃园，我以为是在淡水，
就搞了半天，不管烧轮在桃园或在淡水，没有人想到是在台南就对了啦，那是好，对不对？好名字吧。所以呢，一样嘛，你刚刚已经稍微解释了一下，其实我们看到这个部分里面呢，目前来说呢，你们也投注了一些，总共的经费是4亿，但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个部分里面，大家还是会提出一些的质疑嘛。刚刚所提到的，你为什么会设在台南？你为什么不是设在新竹？如果以举例来说，如果新竹的话，你可能还有工研院的绿能研究所。那如果说你要有群聚效果的话，其实新竹会比台南更好的一个选择。所以为什么选择在这个地点？其实南就是配合我们刚才讲那个太阳能光电、风力发电跟这个智慧电网。那太阳能光电当然是在南部发展是比较好，发展性比较大。另外一个就是风力发电的哈，风电，因为风电大部分在西海岸，到目前为止，有几个港口，譬如说那个新达港，台湾其实也没有太大，台湾其实也没有太大了。所以你如果说是要用这个群聚的效果的话，我们再提出来，在南科在102年的时候呢，其实有开始推动所谓的绿能低碳的产业的这个群聚的计划嘛，对不 对？南科嘛，那南科基本上面呢，我们说这低碳的这个部分，为什么现在在105的时候就已经停止这个计划了？原因就是说你们所提出来的诱因其实是不够的，所以这个计划已经完全终止了。所以就让我们特别会觉得，为什么你这个时候不好好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发展，你反而是要再成立一个所谓另外一个科学城？这个部分的这个经费还有你们的思考的一个范围到底在什么地方？可不可以请部长来解释一下？刚才委员提的那个计划是没有停止的，所以我们会在旗舰计划里面把它做大。还是一句话嘛，我们再看一下，其实南科，我想说台湾，我还是强调嘛，南科不是太大，你看它光是目前来说空地非常的多。我们现在只想说，而且刚刚更不要说，刚刚志扬委员特别提到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非常多都还是有那种圈地的一种思维存在。当年的亚洲矽谷为什么被这么多科技人士来诟病的缘故，就是因为它都是用圈地的概念，这完全违反了我们所谓的用创新产业来驱动来产生创新的这个部分。我们怎么会知道你这样所谓一个所谓新的这样的一个沙轮计划不会变成流沙呢？这个沙轮计划，其实我们现在沙轮这个基地基本上是以这个研发哈，研发跟这个示范场域为主的，并不是这个企业进驻了哈。企业进驻，我们你刚才那个委员提到非常好，就是高雄园区我们是还有空间的，所以发展好的这个示范场域好的。那我还是请你来，因为这是牵涉到预算的部分，已经还没有什么都没有看到，就已经有编的私意，可不可以跟我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绿能的这个部分，为什么沙轮的这个部分，否则我们的经费很困难看到，而且最主要是我跟要了一，我还特别很认真的跟科技部要了一份，就你给我一张 A4 纸，我没有办法，因为一张 A4 纸就给你 A4 纸就给你4亿，好不好，部长？这是最重要的部分，完全没有办法看到。用 A4 来换4亿，这是完全做不到的。但是你必须还是要说服我们，这个沙轮的计划如何不会变成流沙成塔？我们会这个根据我们现在审议的这个进度一定会跟委员报告说明那个有关这个5+2产业的93.1亿的这个预算一定会跟在大概十月初以前一定会跟委员非常好的说明。但是部长您要报告的可真多了，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也是另外一个我对93.1亿也是非常的有意见的。这93.1亿呢，就是在5+2的这个计划之外呢，为了你要弥补它其他的不足，你特别提出来的这个当初是框列的100亿嘛，就你们所提出来是93.1亿，而且就我的理解是在今年9月底的时候已经有几个部会已经特别提出来了，对不对？对，就是很奇怪嘛。这个没有很多的细节，可你可以把预算编到93.1亿，为什么不是93.2？为什么不是95？你就可以弄到93.1。请问这个到底是怎么出来的？就是本来100亿嘛，那过来就是扣掉中研院的6点。重点是你并没有看到很细微的东西，你就可以框出93.1这么精准的数字。这个东西就是数字上的吊诡，让人家觉得这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而且我也问不出所以然来。所以我觉得你没有一些细部的一个部分里面，而且最重要的是，部长，我要特别提醒啊，任何的部分呢，你还是应该要提出所谓的成本效益的一个分析，这个东西有没有？因为根据我们的预算法里面第34条的规定里面，你是需要提出这样的部分。如果是重大的建设，你是需要提出这样的部分。可是目前我并没有看到，为什么我非常关切这样的一个问题呢？部长，我可以请你看，这个科技部在今年7月才被监察院纠正。
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93.1亿的这种旗舰计划呢，我把它想成类国家型的大型的一个计划一样。可是呢，这大型的计划，你看看你们被纠正的这一块，属于非常大的这个所谓能源的这个部分。这能源部分里面，你看他们所监察院所告诉你们的，当初你们有设立一些的所谓的 KPI 的值，但是呢，你们在这个报告的部分里面呢，你们却用哦，我非常熟悉的论文的篇数。博硕士的人数、研讨会的场次，这个东西呢，来告诉我这是你们的成效。部长，这么多的钱，这么多的钱，你知道在企业界里面呢，人家这个成本分析是厚的一大叠，结果呢，你们就几页纸，这个是不是学者专家太不懂得要求拿钱的人去给你这个部分？所以呢，而且你不要忘记是98年到102年，我们要这么久之后才知道我们国家过去花了这么多的钱，结果给我们这个东西是完全是用这些的数字来部分，你怎么可以不让我们担心？我们如果说93.1亿，如果在这跟过去的模式一样的话，我们得到的也还是一张几张纸而已，这是浪费国家的钱啊！所以我们要严格的这个部分、啊。那个能源国家型计划，因为科技计划其实，你先解释这个部分，我就告诉你为什么我要强烈的要求要成本效益的分析。如果没有这个东西，我们绝对冻结，绝对冻结，因为你浪费国家的钱，我知道你的难处，但是呢，你就必须要去要求嘛，你必须要去要求嘛，否则过去都是用这个方法来呈现的话，那就是浪费国家的钱，部长。我先回答那个国家型计划那个，那个我们平常国家型计划大概是做两期，第一期都是以这个基础研究跟这个应用研究为主，第二期才是产业化了。所以第二期我们现在国家型计划，我还是一样，监察院所提到的，你已经听出了很多 KPI， 而且 KPI 里面有很多间接跟产业一些链接。但是呢，我刚刚所特别提到的国科会，不就是科技部，他们所提出来这些数据是我非常熟悉的，因为以前我们在混卓越计划的时候，都提不出一个他要了一些什么产业的一些知识部分，大家全部都用那个什么满意度啊，那个什么次数一样，所以。部长，这点我可以理解，但是我认为面对国家型的计划，这种百亿的计划不应该是这个样子。那我上一次也特别提，我特别是提醒的这个部分，就是希望部长你在任何国际型的计划的时候，你真的必须要提出成本分析。因为为什么给大家一个建议，我非常高兴上次你接受我们的建议，因为我刚刚就提到你必须要有一个成效的一个追踪机制嘛。那今年在我们你们的科技汇报当中，张忠谋这个董事长他也特别提到了，希望你们用这个 return on investment 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有关于这个投资报酬率这个概念里面来去做你们这个部分，这样其实也可以提供很多国家型计划的一种所谓的退场机制，你不用耗在那个地方。对，你愿不愿意接受这样子的一个建议，去做这样的一个分析？那个时候，可能委员也知道，就其实张忠谋张董事长他也讲过嘛，产业化的计划当然要那个 ROI， 对不对？但是他特别讲，假如说是基础或应用研究，他没有那么要求了。产业化的一定要 ROI， 但是大家都知道，我们科技计划前端基本上就是比较基础的，不然的话没有新的技术。对，所以我才说基础跟应用的时候，我们会。所以你们既然成立这个管理的机制的话，你们有没有这样的办公室的方法来成立？我的意思是说，有这个办公室，你什么时候成立？你说哪一个办公室？就是我关于这个计划管理机制的这样的一个部分。我们说一个，我们科技汇报办公室会有一个管考机制的一个办公室。管考机制是非常的重要，因为过去这一点是做的非常的薄弱。那你是不是要等这个管考机制的这个类似像这样的机制成立完之后呢？因为你现在93.1亿，我都看不到任何的一个细节，连他们的计划的分配、主题的圈选、团队的选择，还有最重要是他们的一些成本效益，可以对成我们产业经济造成最好的一个效率在哪里，我们都没有看到。你要不要等这个东西建制完毕之后，你再来提出详细的计划，否则这93点真的要我们立法院来给你空白背书，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签不下去啊，部长。Okay， 我们会积极的去进行啊。对，你可以了解，我们从头到尾所要求是帮国家省钱，可是你如果还是完全用过去的方式来去做的话，基本上面没有了解它后面可以对这个社会造成多少残值化，这个东西的话，我还是强调，这个钱其实很难拨得下去。我希望部长在这个部分里面能够严加的在这个地方多所琢磨，我想这才是最重要的。谢谢。好，谢谢。好，谢谢柯志恩委员。来，部长。接下来质询的委员是吴思瑶吴委员。好，请杨部长。部长。部长，早安。我也早。开学了哈，开学把魂招回来。我今天的破题，我长期关注新南向政策。您上任之后，我提出的两次质询，
分别是6月1号跟6月29号，我都针对新南向的策略，我们是不是做对了，做得更好，向您提出一些建议。谢谢。我今天继续在新会期的第一次再跟您来确认，对应于预算执行、预算编列、政策的力道扶持的部分，科技部在新南向的部分，你抓对宝了吗？部长，有没有抓宝？没有抓宝。你有知道 Pokemon？ 我知道，但是我没有去抓宝。好，来，这一只是什么东东啊？你知道吗？这是最夯，你要跟社会趋势连结啊。这只叫什么名字？皮卡丘是吧？很好，皮卡丘，皮卡丘。你好，我叫皮卡丘啦，哈。他必须在道场上征战无数，他必须精炼、淬炼他的武艺，增进他的功力，以至于他能够出奇制胜。来，下一位，那你认得这一位吗？皮卡丘每天练武功，每天要升级，每天要进化。来，陈司长，你有在玩是吧？你有在抓宝？这一只是什么？不知道他名字。这一只叫雷丘。雷丘哈。你好，我叫雷丘，也就是皮卡丘，他必须去精进武艺，增进很多，吃很多的糖果，累积他的经验值，他能够进化升级，成为雷丘，成为制霸武林，在道场胜出。我为什么用这个破题？因为我们过去历经了三任总统李登辉、陈水扁到马英九三次的南向都断羽而归，功败垂成。我们的南向必须再进化、再升级，成为雷丘，能够制霸武林。这就是我要跟您盘点：我们抓对宝了吗？我们升级进化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武器有没有更精良？我们的武艺的配套是不是足够？下一页。这是我找出来，我们确实有11项延续性的政策继续推动。我看到很多在野党的委员，包括国民党、包括亲民党，都也非常关切新南向，他们都以新瓶装旧酒，都以换汤不换药来检视我们的新南向的作为。而我去盘点出来，确实有11项是延续性的计划。总编列的预算是回应在106年度是2亿9943万，大概的增幅，延续性计划，部长增幅多少你知道吗？对，延续性的计划就有它的增减嘛，知道吗？对，这11项延续性计划，我们的预算增减多少？我们原来105年的2亿，2亿9000万哈，部长，增幅不多，但是我们你可能真的没有抓宝，你可能都是停留在皮卡丘的阶段。新的预算2.99亿，原始去年度的预算，我一项一项张走力送嘎挂没了哈、原来编列的预算是2.51亿，换言之，你这些旧酒，就算是旧酒，但是好的酒也要留下来，品质精良的酒就是要留下来。对对，你的增幅是19%，增加了4795万。基本上，好的政策延续，我们不会因为政党轮替，为了推翻而推翻。好的政策要延续，所以是好的酒就是留下来。但是我对于你预算的增幅没有太多，我认为我们可以更勇敢。而当中增幅最多的其实是在台湾奖学金及人才延续这一项，我非常肯定，也是我上次质询的重点。但是在国际合作平台构筑的预算上，也就是这整个旧酒的11项延续性计划的第10跟11项，你知道吗，部长？与新南向国家缔结姐妹园区啊，只编19万，比去年还少2万。在积极加入亚洲区域型的国际组织这一项编了64万，比去年只增加2万，前一项减2万，后一项增2万， total 是打平。也就是我们在国际合作平台构筑的这一项，我们没有大破大立，我们延续了这项政策，可是没有反映在预算上，我觉得非常可惜。好的酒留下来，但是好的酒要继续的去精酿它。部长，我把数字提供给您。对，
我重点跟你讲下一个，来，我要肯定，我们不只留下好的舅舅，我们还增加了很多的新品牌，增加了很多新的政策的生力军，也就是我整理出来的有十项新南向的新作为，在科技部所规划，反映在精进产业创新营运与互利互惠里，提升在社会关怀与灾防技术交流中，以及增加区域主题研究三个大面向，我都肯定。对，而这十项新的政策的总预算是增加4,483,000，我肯定。旧酒，好的酒留下来，新的酒，我们不只有新酒，而且还整个是新的瓶子啊，新瓶装新酒，新瓶装更好的酒，而且新的预算4.48亿是大于旧的2.99的这个规模，所以新南向我相信是走得出去。我相信是走得出去，部长，我在跟你报告你的业务，好像你都没有像我这么熟悉耶。谢谢你，其实我们总表我们都做出来哈，所有那我的论述是不是正确？这些四点多亿是不是你去争取出来的？非常正确，非常正确。好，下一页，我感谢你回应我两次对您的质询，针对新南向政策，我6月1号要求。新南向政策再升级、再进化，我们必须扩大奖补助，我们必须扩大国际交流，去翻转过去科技部所有的专案补助、国际交流合作计划都是重欧美轻东协的这一个不对称的状况。我谢谢你们回应在我刚说的这些项目，但是有两项功课，我还没有看到你们的具体作为。第一个，当初我有向您提出要求，我们是不是要研议增设驻新南向政策主要国家的驻点办公室？有没有？这个，我们跟外交部正在讨论中了哈，因为外交部现在 正在他在裁撤外管。对对对，所以呢，你们的立场是要增设还是？要增设。要增设，所以在科技部的部分，我们在新南向国家的这些驻点办公室不会因为现在外管裁撤而 pending。其实我们不是。我们都是在外管里面增设我们的科技组了。那他如果要裁撤相关的外管，那你怎么办？你自己设点。目前我们想增设的地方，那个外管都不会没有。很好，那你就继续 keep 它。对，针对东协国家，包括印度的这些外管办事处，都应该要 keep， 尤其在扩大跟经济部的合作连接。我们现在所谓的南向国家有印度跟越南，对，还有比较远一点的话，有这个澳洲，澳洲，所以我们希望再增加一个。那现在在哪里？增加哪里？就是现在考量就是印尼跟新加坡。印尼跟新加坡，好，等您的，等您争取的回应。对，我们要跟外交部来。好，第二个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是，当初我建议你们访欧盟科研创新合作平台指导委员会，来推动成立一个跨部会次长级以上的南海国际研究中心，有没有要做？有没有一句话？看起来是没有，我在你的业务报告没有看到。其实这两个我们有研究过很多了。那个欧盟的样子，欧盟是一个大的，现在最大的，大的我们去参与吧。那我们跟东南亚国家是，他们是很大，我们是小国家嘛，所以我们不太适用那个框架。这个部分还在研究，所以目前倾向不太适用。对，就是那个架构，没关系，架构不一样，架构不一样。私下来跟分析，但是我们有讨论这个部分。对对，我们有推动办公室。好，我知道你们有专案办公室。好，下一页，我也感谢你在6月29我质询之后，你回应了我的诉求。新南向要翻转过去重自然科学、理工、轻人文社会研究的这个状况，因为要成功的新南向，它必须是以人为本，必须是软实力的链接。我感谢你们在新的作为里头有提升了人文科学研究跟人文思的角色。我们会有很多的语言、政治、法律、社会、文化等等的研究。我感谢你们回应了我的诉求。好，下一页，这是你们具体要回应的，很好，这个我就不赘述，这个 pass 过去。好，再下一页，人文思今年增加了0.42亿，两个专案的大的计划，我支持，谢谢你们回应。我还是嫌不够多啦，我们会在逐年来检讨，要更勇敢的争取预算，编列预算在人文科学打底的这个部分。好，下一页，预算是反映政策力道，我在国科会整理出来的 total 整个内阁的整个内阁的新南向相关预算，科技部是第三名，榜上有名。
我们编列了7.48亿，仅次于经济部冲在最前面15亿，跟教育部人才培育的10亿，很好，你有作为，我肯定。下一页。但是我要问，我这段时间我们参加了多次行政院的预算说明，很多预算的版本，刚刚7.48亿那一项是我们国发会整理出来各部会，你们排第三。但是当你们科技部来跟立法院报告你们的预算，在9月7号的这个报告里面，你们的相关预算是2.8亿。在下一页，在9月14号再一次来跟立法院的幕僚做报告，科技部提出来的新南向推动方面，包括灾防、生技医药、人文科学、人文社会跟国际交流，加起来是3.09亿。下一页，三个数字我要回撒撒不撒撒。今年是预算会期，我一定要抽丝剥茧，这是我的职责。你现在可以大概告诉我吗？是灌水，是冲场面，还是国发会算错了，还是你们自己算错了？讲清楚。这个预算越升越多，是为了膨胀而膨胀吗？我也知道嘛，就是今年编的，我不知道，我问你啊。编预算是有是跟往年不太一样，就是因为有一个旗舰计划，将近100亿嘛，哈。所以93.1亿里头，你只有1亿，我都找了资料，只有1亿是你有三个旗舰计划要弄，你不要用这个理由来挥我。我们在这边争取旗舰计划灌到我们的。但是你这三。对，但是你所有的新南向11项延续性计划跟时效性计划里头，争取旗舰计划的只有3个，而且加起来只有1亿，我都算过了。加起来3亿哦，一亿加起来3亿。好，那有一个不一样数字来跟我说 okay, 为什么？ 好，增加，我们是增加3亿的。最后一页，部长，新南向在科技部的总体预算只成长1.43，我还是期许要更勇敢，争取人才培育。研究是新南向成败的关键。谢谢。最后一页，有些我们会在跟教育部合作，好人才培育。所以你看，战斗力要升级啊！我期许你可以成为雷丘啊，不要只是皮卡丘的阶段。虽然皮卡丘很可爱，但是我们要为台湾的经贸产业杀出一条生路。新南向要成功，你必须抓对的宝，必须动用对的武器，精炼武艺，这是我对你们的期待。很多数字有问题的，是不是私下司长？我知道邱司长邱司长要跟我约很多次，我们再来盘点一下，好吗？好， okay, 谢谢，我们会把这个数字弄清楚，给委员说明。好，再请科技部把详细的、精准的数字跟资料，要给这个吴思瑶委员哦。谢谢。那接下来咨询的委员是苏巧慧苏委员。啊，主席，我们请部长。部长还没坐热，不好意思。部长，来，苏委员早。啊，部长早。部长，我发现我们今天啊，我是第4个质询的委员啊，但是我们这一路来真的都很有默契啊。确实，最大的目标就是希望从皮卡丘变成雷丘哦。那所以呢，其实今天已经也是部长您上任百来天了，应该已经可以确实的掌握科技部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所以我们现在来讨论业务报告嘛。那除了要检视大家执行的状况以及未来的计划之外，当然就是来检视这个最高机构的领导人我们的决心和企图心。可是刚刚听到这个您在回答吴志扬吴委员的时候，有说到说一句，这就是科技部的宿命啊。听到这个宿命两个字，我忍不住想要请部长，您可不可以在这里再一次向我们说明，在您的心中，科技部在我们的部会29个部会里面，科技部所扮演的角色和定位，在您心中到底是？因为科技部原来就是国科会嘛，是对国科会委员会里面以前的主席就国科会主委嘛，那现在变成科技部以后，升级了。不是已经上面架构了科技汇报嘛？那我们科技部跟……所以你的心情很无奈，你觉得都不没有办法做主，是这个意思吗？我正在调试好，而且找到院长会看哦，找到好的定位啦，真的找到好的定位啊。科技部哈、跟以前国科会是不一样嘛，科技部跟现在经济部现在是两个部嘛，以前国科会时代还有可以协调
跟经济部的预算嘛，现在我们这个能力要靠科技汇报了嘛，对不对？所以我也正在调试说我们公文要怎么发挥，让它定位更清楚。对，这个是以前这个主改的时候的产生的问题。我有三十秒的时间让部长阐述了你的心声，但是大家如果更想知道部长的想法，我刚好碰到看到了一篇您的专访哦，真是刚刚好，这有八页。确确实实把您的心情和您对这个所有的定位角色、您的思路思维，通通具体的描述。可是呢，在这样的描述里面，我可以看出部长您确实有心要做事，但你的定位是我们科技部确实就是在研究基础的科学之上，认为应用的部分其实应该归在经济部或者是国科会这样的单位去做。好，那我现在也其实想请问哦，部长，可是既然虽然我们只是基础科学的部分，但它毕竟是一个头啊，它一个头，那又就像您的这个施政报告里面说的，业务报告里面说的，其实它最后的目标依然是能够实质转变成经济成长的动力嘛。我们做再多的研究，即便我们做的是基础研究，最后的目标也还是成为经济成长的动能啊。好，那在这样的状况下，我想请教部长，你对现况，台湾的现况了解吗？部长知道104年我们国内的生产毛是多少吗？总毛我不是17兆。答案是17兆。好，那我下一个问题，我们在在各个部会，尤其是在您这里也提到了5+2创新产业，5+2的创新产业目前呢，它的预算是花了400多亿哈，400多亿。那一样，我也是想向柯委员请教的，就是说，在我们投资了这些钱下去之后，我们目标到底是多少？我们目标是多少？我们的产值预估是多少？这个每一个哈，我们现在。那个5+2每一个都有一个计划书了哈。对，目前为止，也许我计划书。所以行政院有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5+2的创新产业，它预估是在多久时间之内可以有多少的产值？那当然有估计，创造了多少的就业机会，这都有数字嘛，对不对？有数字。好，那这样子的话，到我们科技部，那是行政院的大计划嘛？对。那化约为到我们科技部，那科技部自我设定的目标是多少呢？是什么呢？我们补助了这么多计划，对啊，总要有个评量标准。我是不是发两分钟？我刚不行啊，你最多30秒啊，两分钟我就没有时间了。我觉得，假如说像演一出戏哈，科技部有点像是幕后的编剧啊、导演这块。那真正去后面的，比如男女主角，这个看起来就是这个经济部的表现嘛。啊，产值也是要经济部去估计嘛。但是我们幕后人员要做好嘛，编剧的人不可能去估计这个编剧，或是这个不可能去估计这个产值嘛。如果是这个产值的话，应该经济部来估计嘛。不可能、啊。而且哈，我觉得我们以前刚才那个委员讲，其实现在国内要创新知识的话，科技部是责无旁贷，这个只是科技部哈。那委员也谈到，就是说我们科技也不能只为了科技，还是为了国家经济发展，所以。我们除了这个创新知识以外，我们很注意到这个，好，很注意到这个后。因为你刚好用电影做例子，我对电影产业略有一些了解了哈，所以在这里的话，因为我先生是导演，刚好是拍电影的哈，所以哈，我在这里想要告诉部长的是说，一部电影卖不卖钱，有没有产值，在故事编剧的时候就决定了。绝对不是到男女主角上去在那边你侬我侬的时候才知道说这部电影会卖多少钱。这个故事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故事本身好不好？但是那个平常人家写那个写故事的不一定要为了电影，电影人要来看我们的故事好的话，他才去做。这个我们下次要找文化部长一起来聊聊这个电影产业一直到这边来了。所以我刚才讲就是说我们科技部做的新创知识不那个时候有时候没有想到新创产业。是新创才看到我们要提供一个好的空间，让大家有研发的基础、敢冲的勇气、天马行空的想象，要提供好的环境。但我们不可讳言，作为一个国家在编列预算的时候，还是要能够理解说，这个到底这个计划钱投注下去以后，到底这个方向是对不对？选新兴产业无可厚非啊，但是它的潜力多少，选的对不对，会不会影响未来的经济动能？我认为，作为一个政府，还是多少要有这个自觉，要能够评估嘛。这就跟杠杆一样啊。用一点点的钱，我投资5块可以有100块的产值，和投资100块只有50块回来，这个我想多少还是要评估啊，都要有这样的自觉。所以我非常认同刚刚柯委员，我们真心有灵犀。其实我的质询稿也都是写这个，和你在又讲在我前面了，这样对。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我认为他刚刚提到的、哦、这个大型计划的管理机制，确实我们是有必要的。所以也希望在部长在这个部分能够更多所琢磨。那另外呢，除了
这个绩效的管理、目标的管理之外，就是你花了这些钱做了这些研究，到底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我们目前在业务报告上面其实是不太容易理解的。我们都希望未来能够有更明确的检核机制，这是第一个部分哦。那第二个部分，在讲到企图心的部分的话，其实我就想用真的是完全是科技部主责的一个例子来做一个讨论，真的是讨论啊、哦。他讨论什么？用什么做例子呢？用太空政策。因为这本里面，我现在完全没有看到太空政策。可是我个人认为，其实太空政策哦，真的，它就是等于是一个学生的最终考试嘛。一个国家要能够前进太空，其实必须掌握地球科学、物理、化学、基础科学，后面的精密机械、航太，通通都要到啊。部长刚刚在问你皮卡丘，今天大家都很年轻哦。那我问你，你有没有听过五月天？五月天最新的歌是什么？你知道吗？一定不知道，叫做《顽固》。《顽固》的 MV 在拍什么？拍一个人。一个中年人，他从小就梦想要有火箭上太空。那么最后呢，即便他是做清洁工做什么，但他始终不放弃这个火箭升空的梦想。好，这个 MV 台湾其实有真人真事嘛，就是我们的 ARRC 团队嘛，就是我们的吴教授的团队。好，我们现在科技部这边没有太空的相关的政策啊。我们过往有补助，但是我看这次的补助其实也只有10亿元嘛。换句话说，台湾其实在这个太空方面看起来是没有雄心壮志啊，所以我觉得很遗憾因为中秋节连假、哦、这4天当中，其实我们大家都在这个避风灾的避风灾啊，那天气好的在赏月。可是我们新闻焦点有没有注意到？其实就在中秋节的当晚，中国发射了天宫二号，这个应该各位专家比我还要更了解天宫二号嘛。部长，天宫二号是这个太空实验室嘛？那段时间里面其实也有失败的了，所以我们也非常小心看待这件事情。是啊，所以同样嘛，中国是我们最应该密切观察的状况啊。即便我们的程度如何，那是另外一回事，但至少我们要掌握它的状况嘛。中国已经发射了天宫二号这个太空实验室，好，它可以在上面实验种植稻米、测试合金。那如果不是看中国，看邻国日本。他在2008年也通过了宇宙基本法，来回应相对应的太空政策。哎，这不是在讲科幻小说、哦，这是人家真正在做的事情，这是他对他们的科学的态度。如果部长您讲说，我们科技部的三大重点是科技政策拟定与推动、学术补助，还有发展科学园区，那么我认为这一些基础环境，包括法规政策，其实正是我们科技部。如果它不只是它的宿命，不只是各部会之中的细汉呢，而是我们是不是有可能成为？既然我们跨部会了，那我们的研发创新是不是有可能变成带头的火箭呢？我觉得其实可以有这个企图心啊。你刚才那个委员讲，刚才那个太空政策，我们第三期太空计划正在规划中、哦、规划第二期明年后年到期，所以我们第三期的正在规划中。好，那如果再来我们来看预算好了，太空政策刚刚谈法规，现在谈政策。美国的它的太空机构的预算呢，大概是规模都在台币5000到6000亿，大概是我们1/3整个科技部的年度预算。好、哦，那如果是韩国、哦、我们都是先看周围的啦。韩国呢，在这5年当中呢，是从不到90亿一路飙升到200亿。我们不是很多事情都要跟我们的邻近国家比吗？那韩国啊，韩国的例子是这样啊。我们在研究自己的基础学科的时候，有没有看看我们周围的环境呢？那台湾的太空预算显然是最小的嘛。所以不管是在法制面或者是预算面，作为一个整体基础科学的总验收的太空政策，我们的企图心是如此啊。我们现在是第二期的太空计划的末端啊，所以经费是稍微低一点，那从第三期开始的话，经费会明显的增加。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说的是整体计划嘛？那我用个案来解释，因为上一次科技部在解冻的时候，我们有问过福卫二号嘛，对不对？福卫二号，那部长，我记得您当时回答的时候是说，啊、如果福卫二号不堪使用，而且福五还没有升空的话，那这段时间需要影像会要和其他国家合作，这是您当时的回答。好，那中秋节的这两个台风刚过，我们有机会，我们是怎么处理这个影像的？那请台风中心的。报告委员，中秋节这个台风，我们一共有3个国家提供我们紧急影像的资源。好，所以有做到嘛？哈，好，那这样的话，我们的福卫五号未来是要委托谁发射呢？
不会，五号还现在还是 SpaceX 嘛？好，所以还是嘛，对，我也没有记错，是委托 SpaceX。不过就我这边看到的是哦，很不幸的 SpaceX 在今年九月初发射卫星，发射卫星的时候发生了爆炸。那这件事情会不会影响我们的时程呢？会不会？点头是会还是不会？会影响时程。会影响，部长。上次你在执行台说不会再跳票了，福卫五号已经跳票七次了。但是这个也是一个意外嘛，对不对？那我们的意外的有没有什么应变政策啊？作为一个政府机关，不能告诉我说啊，这是一个意外。然后呢？其实我当初那个爆炸的时候，我还心里面想，还好不是这一次，还好不是我们的卫星那一次啦。像这次 Facebook 跟那个以色列就非常。是啊，我看业务报告48页，科技部连服务的发射时程这次都不敢写了。所以我觉得是这样的啦，今天我只是用太空政策来表现，其实部长可以更有企图心一点，因为在座的各位真的都是台湾顶尖的专家学者，我其实是很希望这不是科技部的宿命，科技部的位置不是科技部的宿命，而是可以变得刚才我几个委员说科技部要更大更积极要更冒险，其实更冒险就会得到类似这种状况啦，因为你越冒险嘛就越多变数嘛哈，所以我希望大家委员说我们科技部有一部分的经费一定要投资在比较冒险的那个部长，如果我们看得到科技部的企图心和勇气的话，我相信全体的委员都会作为科技部的后盾。谢谢谢谢谢你谢谢谢谢苏巧慧委员。我看今天整天的质询大家都会在讲这个说故事跟电影冒不冒险跟男女主角好不好。接下来我们质询的委员是张廖万坚委员。好，谢谢主席，我们请杨部长。部长，部长，我想今天部长好，我们今天大概大家都很关注我们明年度的预算、那其实刚才很多委员就提到我们非常关心的小英总统上任之后，其实他最重视的有两，在我们科技部，我刚才听到两，一个就是我们5+2的那个旗舰计划，那106年度的那个五大创新产业加二哦，那个提出了93.1亿哦，以及我们新南向政策这样子的一个战略，我们怎么样来执行啊、那我先来提一下93.1亿，刚才吴委员提的时候有说这个违反预算法。没有计划先框预算，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我听你在讲的时候没有讲得很清楚啊。其实哈，那个五月那个新政府上任以后，其实5+2就越来越清晰嘛，对哈、所以各部会其实花了非常多时间。有没有先画靶再射箭？大家都知道我们预算有时候为了某一个特别的政策，我们当然就也会框。过去科技部都这样编吗？科技部当然不是这样编嘛，但是这个是新的嘛。对，而且520上去以后，我们才特别把这个5+2越来越明显。那个预算也一直在。我想台湾现在的经济动能越来越弱、那科技部其实它必须带领一个创新研发，甚至带领产业升级很重要的一个单位。这个谢谢。对，那所以说我想你们今年的预算增加，对不对？不，我刚才也讲整体的科技预算是增加，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科技部除了93.1亿拿掉以后，我们其实是减少的，对，所以我们还是会在93.7亿跟各部会一样去竞争。那个我是那93.1亿，你说你到九月底以前要提出预计划，九月底前各部会要提针对那5+2提那个所谓旗舰计划。那你有什么预？你现在要我们将来在审的时候要支持，你有没有什么？把握说93.1亿能够争取到多少？到目前为止，我听说各部会都提了将近400亿啊，所以我们从400亿里面挑93.1亿最好的计划来执行。对，我想你们应该就是知道说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政策，所以我当然不能说我先框，就像很多委员质疑的说，为什么不是93，不是93.5，94，93.1啊？你框列这个预算。当然是对于执行将来很重要的一个产业政策的一个战略，5+2的一个创新产业来带动台湾的经济动能。我觉得这个就是很过去跟过去不一样，这是也是一个策略啊、那它很重要啊、很重要。那我相信这个我们在审预算的时候，我也希望我们什么时候九月底送以后，什么时候能够？我们九月底我们。收件，今天已经21号了嘛，到九月底，那我们会经过一个月左右时间，
非常快速的哈，那个详细的来审查，挑出啊，根据我们政策目标所要达到的那个计划。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将来在审国那科技部预算的时候，有审到这一笔的时候，你可以拿出具体的计划，可以拿出来十一月初我们就可以拿出来。拿出来，对啊，这样就很清楚嘛。对，没问题。十一月初每一个那个93.1亿放在是用在哪一些计划里面，我们会非常清楚的跟大家说明。好，我想台湾这两年，其实这几年来尤其这景气都一直都不好，那尤其是因为你们主管的三大业务里面，其中有一个是科学园区，我也想那个提醒部长一下，像中部的园区啊，最近情况也不是很好，我不晓得你知不知道。我所说得到的资讯还不错啊，还不错。来，對對對對，等一下我们来看数字哈，来，应该会比去年好啊。啊，来，那个局长新任的来，你知道最近内政部把公告地价全部都调涨，是啊，全国。那你知道台中这个科学园区它的公告地价涨幅100%，对于我们在当地目前已经进驻厂商，它的整个租金的压力，来，你来说明一下。是，这个影响很大，所以在昨天见的时候，部长到了园区，那个理事长那一天是那个蔡国洲跟部长反映之后，那部长就很快抱怨，已经把它恢复到100%。你们现在有宣布是冻涨一年？是的，冻涨一年。其实整个园区的规划不是只有，我想我们整个科学园区的整个租金的计算了，除了因为它是只租不卖嘛，哈。那除了这个速地的租金是依照这个公告地价乘以5%，就是年租率哈。那它还必须加上整个园区的公共建设哈。那我们看到的，你看哦，整个全国我们所有的县市的公告地价，位在园区里面的哦，台中的涨幅是最高的，哦，我们可以看到嘛，哈。105年哈，跟102年比，台中市的公告地价涨了，这个园区里那个部分涨了38.25%，台南也有园区，台南占32%左右，新竹就是竹科，现在厂商最多的，它也才占15.93%。那当时在反映的时候，因为内政部的政策是将来希望实价课税，那实价课税它当然有一些抑制土地飙涨的效果，可是当它提高的时候，这些没有土地，靠租金，我们在促餐也好，鼓励厂商来投资也好，它会产生很大的一个变动成本的压力，像在调涨、在调幅的那个正当性，他们的论述就认为说，其实即使调涨之后，占实际交易只有14.12%了。可是你看看，如果以新竹县来讲，它也才占10.54%了。哦，新竹县就是现在的那个新竹科学园区哦，他们的园区其实是厂商最多的，影响最多的哈。那现在这样调造成的一个效果，你们现在只有宣布今年嘛，从105年，那明年呢？对，因为这个公告地价出来以后，其实园区是那个我们园区厂商抱怨，他说不是只有公告地价起涨38%，还有整个园区，包括现在埋这个那个放流管，那个建设园区的成本，他要摊提的。对，我们基本上是动涨到104。他们今年在讲说，光是这样子的每平方公尺，他的那个收的租金已经跟往年差涨180%哎，180%没有。对 啊，那个局长讲一下吧。这个应该是那个速地租金的部分的，那真正的那个租金是从33块，我们现在已经从40块再调回来，变成大概是一平方公尺是33块。33块。是。那其他的那个建设费用呢？那个建设费用基本上中科因为算建设大致完成，所以那个部分调的不多。我想这个东西因为牵涉到，我们再看下一张你说那个部长，你说中那个营业额来看104年，其实中科它是呈现-5.4%的。104比103稍低的，但是我们现在105会比较好，比105好，来我们一起比104好了，比104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来。我们看现在来中科的投资的，其实也变少了，来再看下一页，变少了，没有。好，整个中部园区的厂商，你看104年的8月啊，有139家，到今年就上个月，剩下减了4家，是吗？
局长是。来，你说明一下。是，跟委员报告哈。那事实上，我们中科的计划投资额现在是2.4兆。那今年的，刚才委员提到，今年一到二月确实景气是负，我们的营业额是负增长16%。对。那一到四月是负增长6%。那一到六月已经负增长1.98%，已经慢慢在恢复。那我们预期到八月就会变成正的。那下半年我们会有正的成长。我想哈，那个部长。对。对于这种公告地价这样的调整，我看如果内政部的这个政策，我觉得你们应该去做一个协调了哈。有关公告地价调涨，它的这个政策啊，应该 它是有针对性的。可是如果说这样造成我们整个将来在投资哈，投资的整个很不利的因素，我觉得这个会对我们的经济造成雪上加霜的效果哈。对，其实我们针对这个地价调涨的时候，我们有跨部会的协商了哈。对，大家都认为。支持我们科技部的政策，因为我们的园区过去它能够成长，就是因为它没有它的土地，它是用租，而很便宜的租。所以我们土地它账还是在国家的手上，基本上没有，就并没有变成私人的。对，那它的租金自然它的弹性就要高了哈。对，这一点我还是要跟您提醒一下哈。我们特别注意到这件事情。再过来，我们刚才提到很多，像科技部来，你知不知道科技部在？下一页嘛，来。那个部长，你有没有看过你们科技部的脸书？没有啊，没有，难怪啊，只有380个人按赞。2014年3月3号成立到现在，居然只有380个人按赞啊、哦！那反而是在科技部成立之前，在2012年的这个科技大观园啊，有28324个赞啊、哦！部长，我觉得科技部刚刚我们提到了嘛，哈、哦，科技部其实是一个。带领科技，然后这个甚至应用然后对于产业能够提升很重要的一个效果。我觉得你们自己本身对，请问这个脸书到底有没有人专人在管？谁在管的？有没有人在管？没有人在管。哦，不对嘛，拢无人在管哦。啊？应该人问我起码都给恁扣恁个，资讯资讯都在管是吧？谁管的？还是有委托，有花钱委托，这个资料哈，给我们知道。我觉得不是，我要讲这个的原因哈。那大观园是我们这个科博士在管，科博士哦、喔，好。大观园你有28324个按赞哈。那最近我们把它统计一下哈，这9月11号到9月20号这10天哦，去看去按赞按最多的前3名来是什么，你知道吗？是，来这1、2、3啊，就是胶原蛋白组织工程中的胶原蛋白，29个赞啊。你知道被丢弃的 iPhone 都到哪里去了吗？26个赞。检验毒品的反应以后就靠它，25个赞。我请我的助理印出这文章，这文章真的都写得不错啊。你像 iPhone， 我们现在 iPhone 7，所以大家在讲说 iPhone 都到哪里去了啊？原来都到第三世界国家去了。原来都被他们落后的小朋友捡去，那还拍了纪录片啊。那像检验毒品的反应，这个是我们成大的这个工程研发队啊，他们那个教授林教授，他带领的那个非常好、啊，以前都要一段时间，那只用唾液几分钟就可以检验出来。哎，这个都是非常好的科学新知、嗯，你们放在这个大观园里面，居然20000多个里面只有20几个按赞，我跟你讲，点阅率最高的29个赞，胶原蛋白这一篇。这一篇是最这个点赞排行榜的第一名，结果那个这一篇是2004年的文章哎、欸，部长，这篇是2004年的文章吗 ？OK， 我们会。那怎么会去放2004年的文章？我想科技部是一个蛮新的单位，当然它是一个很好的文章啦，很好的文章，当然你贴没有关系。可是像胶原蛋白，难道没有最新的吗？科技部怎么会去做这么？这么，我们加强改进，加强改进。像我想这个已经很多人给你们点到了，我觉得你们应该要多多利用。像脸书这个都是非常，都是很好的一个科技应用的一个东西啊。那你们自己本身在宣传科学新知，这么好的东西都宣传的这样子，我觉得这个要好好改一改。OK， 非常好。好，谢谢张六委员。部长，这个在上任部长的时候都已经被点过了啦，结果啦，还过了那么久，还是一样啊。你们科技部都是学者专家，都是 POSUPOG 啊，但是也应该要把你们的东西研究成果要广为宣传，转成白话文、庶民语言去推广，
那大家才会认同，来，谢谢，才会支持你们。啊，谢谢，谢谢。来，接下来是黄国书黄委员。我看等一下大家都先按赞一下了，增加一下那个按赞数了。先按了、啊，先按了、啊。或者可能是你们自己啊，这里一群人大概有去上你们的网站上的，可能也很少了、啊。来，谢谢主席，请部长。来，部长请。我连部长都不看了，我看那关掉好了。我在搞什么？不不不，我们这个主要是科普推广了、啊。好。感谢部长哦。部长，今天什么日子？今天9/21，今天什么日子？今天921。今天921。所以我们中科跟这个竹科都有。今天921，同时今天也是。国家防灾日啊，对，好，我看了你们的预算哈，明年度的预算了，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发展计划啊，这个计划竟然减少了4000万，那总预算才1.6亿呢，你减少4000万，这比例也太高了吧？好，我们国研院啊，国家实验研究院有关于地震工程之运作及发展计划。减少了6亿，那总这个国研院啊，总预算减少了7亿，里头啊有关于地震的业务啊，减少了6亿，这干什么？为什么会这样？我们新政府不重视防灾，不重视地震的议题了吗？啊，今天921，我特别提醒你们，什么原因？什么原因？这个。因为我们总体预算哈，总体预算嘛，对，可以这样子吗？我们到审预算的时候，你们再好好说明了，这个要解释起来要很长的时间了。是，跟委员报告，那个少掉6亿，国政中心是因为第二设施一共14亿的建设是6亿退场，是建设完成，今年年底明年开始运作，所以6亿是建设经费的退场。好，这你的解释哈，好，没关系，我们到审预算的时候我们再来探讨。我只要提醒你们，今天是921。我们防灾防震的预算在明年是减少当中，好，我要提醒你们啊。好，我要延续刚刚几个问题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个顽固顽固啊，刚刚苏巧慧是不是啊？这一个是上个月啊，全台湾最火红的 MV 啊，部长。这五月天呢、现在最红了啊，顽固，他到目前为止的点阅率啊，是总共是490万个点阅率，看起来是比你们的脸书382要多了哈、为什么点阅率会这么高啊？好，我要特别提到的就是说，这个 MV 啊，它的背景是在讲一个故事，台湾有一些人。他很执着的，很顽固的，在研发火箭升空这个议题，啊，我觉得这个议题啊，要给你们科技部好好的思考。好，我现在回来讲福卫五号了。福卫五号 SpaceX 没有顺利升空，发生意外了。那幸好，好，我同意。但现在问题来了，啊，什么时候才可以升空啊？我根据那个。太空中心给我的讯息是，他们现在其实那个为什么会爆炸哈、原因还没有非常确认、所以他们什么时候开始要开始新的发射？五号何时升空？遥遥无期了，这可以确定了，遥遥无期。我们预估是这个明年的，不要再预估了啦，你已经预估了，怎么我还要再相信你吗？遥遥无期了啦。好，那现在问题来了，福卫二号提前除役了，现在变成太空垃圾了，对不对？好，那现在是我们。高空卫星的空窗期，现在完全是空窗期啊！好，那我想要问几个问题啊。以现在台湾没有自主的高空卫星，现在出现空窗期，对国防防灾的影响是什么？我想问一下，会不会成为国外的漏洞？好，你说这一次中秋节的台风，我们有借国外的卫星影像，对，借日本或泰国吧，啊，对，好。那以后都要这样子做吗？
那我们当然希望这个无畏五号早点升空哈。无畏五号其实还有兼具国防的任务啊，你们有没有跟国防部谈？如果无畏五号遥遥无期升空，那对国防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有影响嘛？是不是有影响？有，当然这你会不会形成国安的漏洞？我们尽量让这个问题这个减低到最低嘛。喂，福威五号它有一些功能啊，它是为了它可以监测到对岸的军事的部署、部队的移动，都可以啊。那你现在福威五号功能没有办法发挥，显然会造成国安漏洞，有没有这个问题？国安也有，国安那个单位也有跟我们一样，在国际上也有非常多的国际合作的卫星的 啊。只是我先跟你讲。你还是借人家嘛？那我们干脆都不要发展自主性的卫星就好了，就全部都来借人家国家的就好了。不，这种东西就是那国家不要，国家有办法提供你国防需求的卫星影像吗？也有可能，有可能，透过国有可能吗？当然，这话不能乱讲哦。有可能吗？这个有些是互相合作，有些是要采购的嘛，有些就是要花钱的嘛，对不对？好，像 GPS 一样。所以部长。科技部立场要很清楚了，非常清楚，要很清楚啊！如果我们继续都可以这个样子采购国外的卫星影像的话，那我们根本不用花那么多钱发展自主性的高空卫星啊！你知道福卫要花多少钱？射一次要花多少钱？射一次要花七八亿耶，对不对？光福卫五号的研发制作就已经花掉多少了？七亿多。七亿不止啦，发射七亿多，发射七亿多嘛。那福卫五号光研发制作现在已经花掉多少钱了？大概30亿左右。30亿耶，对不对？等于我们编的预算没有达到你们应该给的功能，那干脆以后都不要发展嘛，可以这个样子吗？不行啊，当然不行嘛。对，不行嘛。对。那所以你们期程的掌握要很积极，要很清楚了。没错。好，你们怎么可能会让福卫二号？超时工作，他原本5年要除役的，结果搞到12年，然后自己坏掉了除役，那为什么没有办法好好的衔接呢？为什么呢？为什么都要让他们超时工作？为什么都没有办法顺利衔接呢？这个你们要好好去检讨了。再来，我要问一下啊，那 SpaceX 这样算不算违约啊？他原本8月要跟我们升空，那算不算违约？当然算违约。依照合约的话，他还有一段时间啊，是那个。好了，我要问一下，如果算违约，那科技部要不要去索赔？要啊，要啊，要啊。那可以索赔回来多少？10% 嘛，是吧？十，那已经在进行了吗？10% 大概可以，要回来7亿多吧，不，7000多万吧。对，现在还没有超过，还没有发射嘛，到最后当然会算一个账嘛，就是看违约要赔多少钱嘛。不，他已经超过8月没有帮我们升空了，这个算不算违约？你刚刚就说算违约啦，算罚则。你把那个合约拿来看好不好？对，你把合约拿来看，如果8月没有升空算违约的话，那你们要有后续的作为啊。有不然我们要邀请美国也跟你说 ，OK， 我们以后会帮你发射，可以这个样子吗？有后续的作为，我们都有时程嘛，哪一个时间对吧？打多少？哪一个时间要对嘛？那你们应该要进行索赔啦，有吗？现在还在联系中嘛？还在联系中啊，所以是，很低调了。好，那我要提醒部长哈，我们可不可能发展低空卫星啊？低空火箭为卫星啊？可不可能啊？当然有可能的。当然有可能，每次都说有可能。我们的高空卫星必须仰赖别的国家，美国看美国脸色了，就是看这一次就意外了哈。那也不可能去找别的国家帮我们发射嘛。目前我们还是没有印度、俄罗斯，对，没有，过去没有那经验。对，好，我们台湾其实有能力发展低空卫星，那为什么不做呢？这个会纳入我们第三期太空计划里面的。他要检讨，对，有没有美国因素啊？我要问一下，我听说上个月美方啊有派人来台湾。建了行政院，也建了科技部太空中心，有没有？有没有建了太空中心的人？希望台湾不要发展低空卫星，有没有这个事情？我不知道，你不知道，太空中心主任知道了，他会跟你讲了。有没有这个事情？
为了美方的利益，希望台湾不要发展低空卫星。我要跟你提醒的就是说，我们整个的太空计划完全都受制于美国。哦，我还是希望，我刚刚看到那个顽固那个 MV 那个影片，我希望部长你回去好好看了、哦、看一下有一些人很执着、很努力的帮台湾要发展低空卫星，激情可感了、啊哦。你们应该要好好认真的思考，不然的话，我们从卫星计划发展到现在，我们已经花掉多少钱了？结果还是受制于人。所以第三期这个太空计划、哦，大家都知道，第一期然后整个期程没有办法衔接，建制平台嘛，而且还造成国安的漏洞。卫星第三期由好好我们往那个方向规划。你们要很积极的面对这些问题，好不好？没错。好，我们台湾光子源的计划，国主任有来吗？或者台湾光子源啊，我想问一下啊，小英总统已经指示了台湾光子源啊，花了70亿建制了。现在问题来了，今年度啊，竟然没有编用电的预算，没有吗？短少了1亿啊，等于你们设置了，我们现在只能用多少啊？用多少光速？它总共可以用到44个光速，我们现在只能用7个光速，这太可惜了吧？不，这个慢慢建制，慢慢建制这个光速。太可惜了，慢慢来。我告诉你，台湾光子源现在是领先全球啊，我们技术是领先全球，这个优势啊，5年以后大概就不再有优势了。如果我们再慢慢来，光子源这个技术啊，被美国、被欧美国家超越了。这个优势不在，可惜了，太可惜了。那我要了解，那国主任，那为什么70亿的预算建制了以后，那是这个预算营运的预算编不出来呢？为什么？来，那个谢谢委员的关心哦。以前的部长跟你砍掉这个预算吗？现在电费问题已经不是主要的问题了。那是什么问题呢？现在最主要就是刚才委员提到光速线的继续设置的问题，因为这个光子源目前是世界最好的3个光子源哦。对。也是亚洲最好的，东南亚唯一的一个光子源。对。对台湾的未来的生医跟那个绿能的研究非常的重要。那我们现在影响很大。是我们现在最努力争取是第二期的，就是刚才委员讲，除了第7条光速线以外，后面9条生医跟绿能的光速线，那我们现在正在提这个旗舰计划，希望能够争取到这个光速线的建制经费。好，我想问一下，它总共可以发射44个光速吗？是。那因为你们的经费短缺了，所以现在只能发射7个光速。你会让台湾我们花了70亿建制的这个光子源的实验设施的优势啊，可能很短的时间就被取代了。好。那现在小英总统也讲话了，这个实验站前天已经开张了，对不对？是。好，现在李远哲前院长也说话了，那你现在科技部打算怎么做？打算怎么做？这个当然明年我就明年的预算里面我们会特别注意到这个嘛啊，就是。那你们明年度的预算你们现在已经编出来了，你们根本没有编这些预算嘛？对，它光速线的预算是有的，只是说一条光速线将近2亿啊。我知道很贵、啊，哎，对，所以我才不说渐进嘛，哈、哦，第二期是9条，我们会在这个。好，我提醒你们，旗舰你们不要让那个花70亿建制的台湾光子源，没错没错，我们特别注意。设立了以后没有办法好好的营运发挥它的功能，哈、哦，这太可惜了。科技部，请你们要哈、哦、密切注意这个事情。谢谢对这个同步辐射光子源的这个关注。好，谢谢黄国书委员，那委员的提醒，我想你们可以在自己的预算里面自己去调整了哈、哦。来，谢谢部长。来，接下来是我们许志杰许委员。啊、哦，主席，大家好。那个杨部长坐，来，请杨部长。我还没坐，屁股还没坐热啊。哎，要不要倒杯水给部长？我有。对啊，部长好哈。来，部长这个。徐院长，徐院长。奥斯卡哈。啊，其他有人讲奥斯卡呀？啊，这个呀，啊，那个。部长，我们台湾人有谁得过奥斯卡？你知道吗？李安吧，是吧？哈、哦。李安有哪些片子得过奥斯卡？你知道吗？
断背山跟那个卧虎藏龙，少年派，少年派，其实部长，我们现在台湾人民在看我们新政府的表现，我们讲了很多的口号，但是人民要看到的是我们具体的主轴，具体的表现在哪里，要让人民看得到。好，所以呢，坦白讲，我一直在要求教育部、科技部、经济部要一起办一个奥斯卡，产学贡献，的对我们台湾有具体贡献的奥斯卡奖，这个部分科技部现在有没有什么进度？有没有什么想法？那徐委那个上次的想法，我们内部当然有开过几次会了。那因为部长简单的，你可以讲一个简单的概念嘛？因为我们科技部最让人家那个学界哈，让学界最想要得到的奖就是我们的研究杰出奖了。那研究杰出奖早期我们只有比较以学术为主的哈，其实那个奖。那我们最近也是这几年设计了那个产学合作奖。产学合作杰出奖啊，以往我们大概是人民知不知道五位啊，今年七位，我们明年那对台湾的产业有贡献，有没有让人民有感？你现在讲到李安，大家都知道，比如说我们有个产学贡献奖叫做杨鸿敦，全台湾人都知道说，杨鸿敦他的什么样的研究应用在产业上有具体的贡献，对台湾经济有帮助，台湾说杨鸿敦这人不简单。这个在我们我们产学合作贡献奖在我们学界是蛮有啊，对不对？是受到非常高的这个荣誉。但是人民没有感觉啊。但是人民可能感觉的就是产业嘛。那对啊，所以我们科技部是不针对产业嘛。所以现在是这样。其实经济部也有很多奖，经济部有很多奖。所以我现在开始就是说要让大家稍微感受，台湾现在百姓要爱的是你经济变好。对。好，当然产业。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跟科技部没有直接的关系，那科技部做科技部的事，没有去跟产业做连结，没有让百姓感受得到的话，他们讲，莫怪现在就这几十年来了，就大家就说台湾一直经济衰退，薪资倒退16年，难道薪资倒退16年跟各部会都没有关系，跟只有跟经济部有关系吗？不，这个我们后面哈，我刚才讲的那个口头报告第七点，我们就是要修法规嘛。目前的法规哈，对我们学界怎么让它研发成果推到业界新创公司，是不是那么顺畅了，或者不是那么友善？如果我讲一个，所以我们把这个法修让它顺畅，或者诱因更强。如果讲个指标，就是说台湾的经济不好，科技部也要负一部分的责任，你可以接受吗？部分的责任呢，我们可以，因为我们科技部主要工作还是这个基础研发大部分的哈，那讲到创新研发是我们另外一个目的，尤其是科技部以后的重要的。所以难怪哈，其实台湾哈，如果经济的发展都是经济部的事，其他的部都有它主要的工作，都跟台湾的经济、人民的就业率都没有相关的话，莫怪台湾现在经济拢做不好。我们会分工合作了，分工合作。你包括教育部，我在讲你要培养人才，培养人才不用跟产业有关系吗？我们科技部研发，除了就是属于基础研究，或者是比较高科技，也许它不是马上应用在产业界，其他大部分不是都要跟经济有关系吗？有。我们的杰出研究奖，你的杰出研究。如果说我能不能找出有一个叫杨鸿敦的，他的研究对台湾的产业经济有实质的贡献，那我来给他颁这个奥斯卡奖，这样可以吗？所以我刚才讲，我们这个就是有一个产学合作杰出奖嘛。所以你要找出，就是说你这个你做出来以后，你要让全台湾人知道，为什么你知道吗？你如果自己关起门来表扬几个，坦白讲，那个都是皮毛而已。我们不是关起，那个，我们这个表扬是非常盛大的了哈。你要让在学界对我们那个台湾知道说非常尊重，他真的是对台湾有贡献。
我正讲李安，你嘛捌对吧？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认识李安这个人，大部分的人都知道李安得了奥斯卡金像奖，大部分的人都知道李安，哎，底兰华人的世界里面替我们争的台湾之光，好的，转世改替我们争的台湾之光。我希望说我们能够将来科技部也能够举出具体的例子，我上面实际的贡献。好，比如说那科技部里面的预算哈，部长你们的预算里面就是那个跨部会执行的科技计划总共有多少钱？大概多少钱？你知道吗？跨部会的科技计划。大概120几亿啦，我们跨部会有很多啦，就是有、啊、我知道，我说你们 total 有120几亿啦，哈。对，那你们在120几亿里面是怎么花的呢？啊，你们自己的预算书里面呢，我不知道部长你自己有没有看呢、啊，哈。跨部会执行的科技计划123亿等等哈，其中90创新产业旗舰计划是93亿。好，那创新产业旗舰计划93亿要怎么花？部长有没有概念？现在正在收集我们的计划嘛，到9月底收集完以后，我们10月、11月初就会公告，那个就会非常明朗，那个93亿发在哪里？所以现在还不知道。现在还没有知道。那、啊、你叫预算中心怎么看你的预算？怎么看你的执行？将来如果预算其他部位提的不够，然后才来怪说是他们提不够，或是其他部会提的，我们换我们不够，那到时候谁要负责？不会不够，我们现在大听说已经基本上已经提了400亿的预算，要争取93.1亿的预算了。那400多亿要争取93，那你有没有你的重点？有，那当然，我们有，我们计划去争取计划的时候是有重点的，就是5+2为主的。5+2为主哈，很好。比如说，我举个简单的例子，生技医疗。那部长觉得生技医疗，台湾哪一个部分可以组国家队打世界杯？哪一个方向？那个、你随便举个例子。就是你说来，我们来请我们次长来说明一下。谢谢委员。生技医疗部分的话，在台湾的话，像这个癌症的研究哈，和所谓的临床试验是做得很好。癌症研究跟临床试验是在全世界都算是首屈一指的，都算是非常熟悉的。在2012年的这个美国地理杂志评鉴台湾是全球的这个医疗技术是第三名，全世界第三名。癌症研究那包括治疗。包含治疗，譬如说我们的肝癌和肺癌的成效都非常好。那肝癌的部分以前是几乎是国病，那现在已经是退位了，好，就是说它的治疗的效果，经过几年的努力非常好。那绿能科技，你觉得哪一项可以组国家队打世界杯？绿能科技的话，现在因为我们有两期的这个能源型计划的基础哈，所以现在的话，应该基本上在这个太阳和风电上面，应该是会有一些进展。风电现在发展的好吗？正在努力吧。正在努力。对啊。澎湖的风电发展的怎么样？现在风电是我们那个绿能计划里面重要的一项嘛，哈。那所以这个国家不管是所以将来风电是重要的项目哈。对。我们要看到成果。对。现在澎湖的风电做的，不有些计划当然是科技，就有些是产业计划了，啊。封那么大的地方都做了失败，其他地方你要拿什么成果给我们看？所以那个是一个非常艰难哈、哦，也非常困难的计划。当然，因为国家就是走到我们现在要组国家队打世界杯，我们现在就说我们要打得赢。我不能讲我气气啊，结果出去小怕输。对，不行啊。绿能可能先以我们几个解决国内的这个能源优先的、啊、哈。比如说智慧机械，我们要哪一项要？组台湾队打国际杯，智慧机械其实哈在台中园区有几个旗舰的那个工具机厂商是还不错的啊，所以我们的循环经济要哪一样要组国家队打世界杯？循环经济现在对台湾来讲是刚起步，所以我们可能还是要做基础的。要做哪一项？随便讲个例子吧。就那个循环经济现在是那个还没有非常明朗嘛，所以这个也是全世界最新的，所以我们国内的循环经济现在还在建构那个平台。
我现在要告诉各位，就是你看你们都讲不清楚，我们人民怎么办？不是科技计划哈，当然分成好几个层次了。对我们科技部来讲，就是比较先期的研究了哈。我现在答案比较简单的。那循环经济到目前国内还是你这93亿哈，其实预算法这个是预算中心指出的报告，是你们这样子写不详尽啊。啊，包括这个你们应该要附计划等等的哈。啊，就是。包括资金利用、选择方案等等，就是说你这个预算中心都点出来，你们这样子的预算是不符预算法的。谢谢，我们在玩，在。所以我们讲的就是说，连预算中心都看不，连预算中心都看不懂，你们到底要做什么？然后你们科技部自己，我说每一项啊，就是这五大创新，我每一项就让你们讲一个。重点项目要组国家队打世界杯，科技部都讲不清楚。好，那我们学理工的很简单，你具体要做哪一项，你让我们人民看得到。哎，国家有在拼嘛，国家是在拼对一项，你拼还看嘛。结果人民看到的是5+2过来，我自己也不知道。那我自己都不知道，人民怎么会知道？所以你今天。坦白讲，我们身为科技部部长，5+2都是创新的嘛，对不对？跟科技都有高度相关的嘛。我至少我能够讲出很简单几样的啊，比如说啊，我癌症，我有带咱全国在拼，我那个3D 列印，我有带全国在拼，啊，我的工具机我有带全国在拼，我的太阳能我现在也是世界首屈一指，我还要拼到什么程度？我现状是怎么样？未来我列为我的重点项目的时候，我还要怎么样？以前不见得是有组国家队打世界杯，现在你要刚才讲的都是之前台湾的成果，对，还不见得这组国家队打世界杯让人民看得到。所以我希望说我们要很具体，啊，就是讲你以后有机会，我跟你说明一下，部长问一下 ，OK 好，啊，以后你来当甲我讲，我到底是要去拼对一项，让咱百姓有感呐、啊。拼经济要有感，要不然人家说我们留为口号，我们就落人口实啦。好，是不是这样？好不好？可以。好，就是从现在开始，我希望说科技部、奥斯卡，啊，这都很具体。我要看到你哪个人、哪件事、哪个企业、哪个国家队拼进去世界嘛， okay. 好不好？好。好，这样子很具体，告诉我们，不要让人民永远都在模糊的状态。我们希望具体的呈现出来。好，好，谢谢，好好，徐委员。下一次我还要再问啊、哦。好，好，谢谢徐委员。好，谢谢。也谢谢杨部长。那接下来咨询的委员是蒋乃馨蒋委员。那在蒋委员咨询完后，我们休息10分钟。主席有请部长。啊，部长。部长好。我想部长您从上任开始到现在就一直强调应用科技的应用嘛，啊，我看你最近接受访问的时候也是谈到科技的应用。那当然科技的应用是各方面，啊，少子化也有科技的应用，登革热也有科技的应用。哦，那再看你今年，你今天的报告，你的科技预算，哦，今年的科技预算是1078.多亿，好，哦，谢谢。那在这么多科技预算里面，你觉得在目前来讲，全球的暖化、气候的变迁，一下子就是台风，而且都是强烈台风，一下就是淹水，一下就是地震。我们防灾科技的部分来讲，你觉得我们现在做的是怎么样？防灾科技其实我们这个平台是做得不错，我想世界上大概就是我们应该日本、台湾跟日本对台风地震应该是世界上最好的两个国家之一了。所以你觉得你平台不错，所以你今天的这个工作报告上面来讲的话呢，也只写了两项有关防灾的部分，你做好了一个是什么灾防告警细胞广播系统，第二个是灾害情资网的平台。难道我们防灾的运用、科技的运用就只有这两样吗？没有别的吗？
当然有，所以我像地震中心，国家地震中心就是对所有的防灾，不管是这个建筑物啊，这个防震要怎么，地震几级啊，那个要怎么去，这个都有非常好的研究。那你觉得我们目前来讲，我们对于天灾防灾这些科技的运用，做的到底是好，还是不够，还是普通？都永远有改善的空间了，对不对？像这个大家都知道，上次像台南地震，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把全国这个，比如说异化的可能潜势图就会做出来。所以你觉得我们现在防灾科技，不管是研究也好，在应用方面也好，都还有很大加强的空间？当然，因为这个灾害的这个越来越大吧，跟以前我们所想象的都不一样嘛。我想这几年平均起来，台湾每年都差不多有四个五个台风直接侵犯台湾，对不对？对。你看这次中秋节连续两次，短短的四天之内，一个在南部，一个在北部，还好北部这个地方只是斜过去，擦边球，所以我们这个国对南部的影响就很大。所以国研院里面，我们防灾中心就有跟防灾有关就有四个中心了。那七月份的这个尼波特台风在台东。损失的就很惨重，对啊，那我给你看几张七月份的照片，好吧？好吧，这几张照片一直放家里，好吧？把台风的通通放完。台风就这一张吗？所以部长，台风的问题是我们应该要研究如何能够把台风的灾情减少。对，一次台风来我们就损失几十亿，我们平常要增加产值几十亿，我们要投入多少，可是一个天灾就可以把几十亿的产值消灭掉，然后政府还要另外再花钱去救灾去补助。所以我们在防灾的科技上面，如果我们能够加强的话，是不是对于我们国家的财政以及民众的生活是有所帮助的？对，那个生命财产安全是最宝贵的。对啊，所以我们从防灾的角度来看，就是像譬如台风来讲，就是要把那个路径啊，还有这个雨量预测哈，稍微准确一点，然后事先做防范，让人家预防可以。对啊，像地震来讲也是一样嘛。预警系统啦，对，房子的结构啦，怎么样子加强啦，当地震来的时候可以减少地震嘛，第二个减少地震的灾害嘛，对不对？那你看我们最近今年台南的地震的照片，我相信部长你也一定看过。对，这个地震我们目前是没有办法预测了，但是这个防震或是这个救灾方面，我们真的要加强救灾。那今天是921，对，对不对？十几年那些921大地震。一些照片我给部长看看，让部长回忆一下。那应该是1999嘛，哈，是17年前。对，所以这个部分，这些的部分，我们如何能够防范，让当地震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减少损失。这个是要投入很多的经费才对嘛？对，所以我们国家中心、地震中心除了台北以外，还在南部再设了一个嘛，就是有一个对，有一个这个好像备异地备援的、那个。可是为什么今年106年的预算，你们送到立法院来的预算，防灾的地震、防灾的经费、防洪的经费、地震的经费都在减少？这个我们在最后了哈，最后我们看得出来，这些钱到哪里去了？不会减少的啊？怎么没有减少呢？对，我你看你的预算书上面，对我们对科技部的预算，通通都在减少。对，但是我们有一个这个旗舰计划里面预算里面会把计划费灌回来，减少，辐射中心减少，对不对？哪一个不在减少？地震。研究地震的今天就少减掉了6.3亿，那个是因为他对对防灾的就少了4.7千万，防洪的400多万，辐射中心就少到1.1亿，将近1.2亿。为什么？既然部长你刚刚讲到过防灾的需要很多，可是为什么你的钱会把它减少？
我们还有个大型的，就是那个旗舰计划哈。那个旗舰计划在哪里？就是93.1亿那个旗舰计划，在科技汇报。对，我们今年年底大家再重新这个科技汇报的那个钱93.1亿是用在防灾的吗？不是，但是这个跟有些跟防灾还是有关系的啦。那个是用在5+2的，对，根本跟防灾无关啊。你们现在把防灾的部分钱不把它挪到科发基金去了，我们会有防给科技汇报，然后去做5+2的钱。跟防台有什么关系？跟地震有什么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我们还是会有防灾的计划了。那钱在哪里？就是我说从那边争取过来会有防灾计划。预算在哪里嘛？现在还没有，我们已经是那个计划已经写好，就争取93.1亿的预算会进来。拜托啊，部长，如果科技汇报不给你的话怎么办？啊？今年我们要审预算，我马上就要审预算了，审科发基金的预算。你这些93.1亿用到哪里去都不知道，我们怎么给你钱呢？不，这10月底、11月初我们就会知道。十一月初，依照预算中心的讲，是到今年年底才会决定。不，我们会，如果是十一月初的话，也有违反了预算法呀。违反预算法33条到39条啊。我们尽量早一点提出来，怎么可以尽量呢？当你预算书送到立法院的时候，就应该把这些计划通通送过来。哪里有预算书送到立法院的时候还不知道这钱在哪里？可以这样子吗？把防灾防地震的钱拿给科技部去，拿给科技汇报去。我们预算中心这次写得清清楚楚。我们会把这个预算把它这个调整好了。有这样子的对立法院可是这样子监督的吗？没有吧？难道你把立法院都当成什么？每一个你科技汇报的钱同样要的时候我就要给你，你科技部要的钱就要给你，然后要用到什么样的用途没有人知道，到现在没有人知道你这个93.多亿的时候是用在哪里，到现在没有人会知道，包括行政院院长也不知道，对不对，部长？是不是这样子？对，我们大概十月，所以十月初了。预算可以这样子审吗？预算可以这样子编吗？从来没有过，从来没有过。照说来讲，你科技汇报的钱，你科发基金的钱，你今年编的是460几亿，然后你科发基金的预算本身的预算，你要把它显现出来呀。没有啊，我都看了，你科技部的预算我也看完了，你科发基金的预算我也看过了，包括预算中心的报告我也看了，而且我都自己看的。钱在哪里？用途在哪里？可以把防灾防洪的钱、防地震的钱拿去做其他的用途，可以这样做吗？不，那个是研究了，我们不是把防不是防洪了，防洪的研究了。可是事实上，今天国研院少了7亿，7亿当中地震的部分就少了6.3亿。6.3亿那个是因为可以把整个地震的防震的钱减掉吗？不是，那个地震可以把防灾中心的钱减掉吗？那六亿是那个、啊、那个国建、这个就是计划了，谁的决定？绝对不是你部长的决定。因为照过去的审查方式来讲，一定是行政院就把你的部里面的预算去砍到一个额度，给你一个上限，你自己去调，然后把这钱挪到科发基金去。是谁决定？是政委决定的，还是院长决定的？科技汇报里面，因为要为了这个、政府政策5+2，就是有一个旗舰计划吧。你5+2到底是什么东西？谁也不知道。包括新南向到底是什么东西，不知道，谁知道？我看现在总统都不知道，我跟总统府请他提供新南向政策到底是做些什么东西，拿不出来呀、啊。这我们科技部的新南向政策是有，对不对？有计划的了。所以如果行政院总统的南向政策都没有，你们科技部、教育部各自的南向政策吗？没有这种道理啊。所以部长，我记得上个会期6月份的时候我就咨询过，你看园区竹科的园区1990年
光一个台电三停电三小时就损失50亿。921大地震，全台大地震足可损失100亿。今年的台南地震，南科200亿，对不对？还有其他的，这些不管是地震也好，停电也好，对这些科学园区损失的钱是无法估计的。而且我刚刚讲的只是科学园区的钱，还有其他的经济作物呢，还有其他的工业园区呢，还有其他的产业呢。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怎么可以不但不增加防灾的预算，反而把防灾的预算减少了8亿？很奇怪呀。不，那个是防灾研究了，不是防灾的经费。当然你科技部是防灾研究嘛。对对对。对不对？你做应用研究吧。对。然后再用到产业上，用到实物上去嘛。怎么可以用这种方式把你研究应用的方式钱少掉8亿？你科技部全部才多少钱？好，你科技部全部才多少钱？扣掉400多亿的科发基金之外，你科技部本身可以运用的钱没有多少钱的。好，你就可以自己把自己防灾的预算砍掉8亿。我想，没有，有些是公、这个、有些是公共建设的预算，我想跟那个提供资料给我，好不好 ？OK， 好。否则的话，我们审查预算的时候，我绝对会对这预算有意见。我再找个时间跟那个蒋委员报告一下，说明一下。谢谢蒋委员。那部长，我们这个会期就要审预算了。我想今天很多委员都对贵部的这个预算有很多的疑虑哦。那我希望你们到时候在预算审查的时候能够。把所有的各项计划、预算框列的理由、原因都应该整理清楚，然后报告清楚。谢谢。那尽速把这个详细的资料给每一个委员哦。我相信防灾、防震的这些经费，绝对不是无缘无故就不见了，事实上仍然有。只是你们自己的预算怎么调整，我觉得这要讲清楚说明白，好不好？谢谢。谢谢。那我们现在休息10分钟。
来，请各位赶快就坐。那我们现在再继续开始开会，接下来质询的委员是高金素梅委员。刚刚不好意思啊，谢谢，谢谢主席。我们有请杨部长。来，部长请。部长早，刚刚有非常多的委员对于你们的预算哈提出很多的质疑。本席其实在昨天的总质询也问过了我们的院长，就是在我们的科技部里面框列预算没有细部的。然后刚刚那个蒋乃馨委员有说，你们减少了非常多国内非常需要的东西，地震、防灾、水的问题。那你刚刚回答是说，在整个框列预算里面，你们还会去说明该怎么做。其实本席是非常不以为然。我们在立法院，我审了五届的，我在这边五届了，我没有看到是这么样的一个框列预算。但我可以理解，就是新政府上来，520上来，有很多预算，其实在六月底或七月，他就必须要编列，所以他必须要框。但是问题是，现在都已经九月了，快要九月底，快要十月了，你框了要做什么，总要让我们清楚知道，是不是？那例如，我有几个问题想要就叫你。昨天我说了，治安，哦，国家的治安的问题，治安防护还有创新产业旗舰计划，你们就编了增编了95.1亿，它其实是吃掉了我们教科文的预算。我可不可以理解一下，你这两大项到底要做什么？什么叫做治安防护？治安防护谁来做？科技部来做还是国防部来做？然后你的创新产业旗舰计划到底要做什么？能不能说明一下？给你一点时间，简短说明。那个旗舰计划就是刚才讲，就是这个我们新政府要推5+2的创新产业嘛。我知道，你不要再继续刚刚回答，你们请你回答我治安防护。治安防护做什么东西？治安防护现在大家知道治安是非常重要嘛，好，国防部有国防部的治安防护，那科技部这边主要是做一个这个跨部会的一个防护平台了哈。网络上的嘛。啊，网络上。那国防部的钱是不是由从你这边支去呢？没有，这个我们这个只是另外的。另外的做网络的安全，就是跟国防部的治安是不一样的。没有关系。好，那国防部的治安是国防部自己编列预算，不由你这边支出。对，是这样，你确定吗？对，确定。我担心的是框列这个预算，国防部不够，从你这边偷偷的出去啊。但是治安有可能是这样啊，因为您刚刚告诉我说，我们框列这个预算就是跨部会，然后由行政院长拍板，钱要怎么使用，到时候是你们内部里面的会议，我们根本看不到，那个叫做黑箱啊。所以我们这边主要是以前的计服中心嘛，那个计算机服务中心哈，来，技术服务中心来。治安技术服务中心的预算了。本席在这边要提醒你，就是我昨天说的乐山基地。我们花了这么多的钱，每个月要付7亿，这个7亿我们还拿不到所有的治安的数据。这个部分，部长你在行政院汇报的时候，应该要提供资讯让行政院长知道。你清不清楚知道那个我昨天质询的那个乐山基地台，你知道那么大的一个，它是3000公里啊，它所有的讯息我们拿不到啊。我们花了500多亿啊，然后每年要付7亿的管理费啊，结果我们所有的讯息都要透过美国给我们啊，这叫什么？这叫丧权辱国啊！所以我刚刚看到你们这边有一个治安的防护，我就非常不以为然。我们花了这么多的钱，我们却拿不到所有的资讯，我们所要的资讯还必须美国首肯我们才拿得到，这是什么样的丧权辱国的一个政府啊？所以本席在这边要建议部长，你们在跟行政院在做汇报的时候，请你们清楚，尤其你们是最负责这一块的，应该要跟国防部强调一下吧。我们政府花了这么多钱，那是我们人民的纳税钱呢。我们花了300多亿，500多亿，然后呢，每年要给7亿美国，结果我们连进去都进不去，然后那边所收集到的所有的资讯。所有的安全的讯息，我们还必须透过美国首肯，我们才能够拿到讯息。这什么意思啊？
这是什么政府啊？那个不是我们这个科技部主管的。所以我的意思说，你们今天已经框列了这样的预算在里头，当你们在跟行政院汇报的时候，麻烦也把这个讯息让行政院长清楚知道，好不好？第二个，创新产业旗舰计划，麻烦你们，如果你们不赶快送进来的话，我们不会让你通过这个部分的。然后再来，我要问一下防灾的科技，其实我们都清楚知道，几次风灾就是原住民地区受困最大。你路只要一不开通，我们上面就是毫无所惜。请问一下部长，你对这个部分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在你的科技部里面，怎么运用科技能够把部落的防灾降到最低？然后灾后以后，如果没有办法跟外界通讯的时候，我们要如何来协助？用你的高科技来协助部落？这个我们有关台风那个哈，我们已经责成我们台风中心呢，还有地震中心多设一些哈，尤其是这个偏乡地区啊，多设一些观测站，还有这个侦测站，让这个资讯可以。可是你现在只有1.662亿啊，防灾科技的预算。我们里面会调整优先顺序的。所以刚刚蒋委员一直告诉你说，我们在明显的科目里面看到你减少了我们国内最需要的东西，而你们把它框列到一个你们现在根本没有细部的，然后你现在告诉我们，看到全国的百姓，告诉我们全国的纳税人的那个这个同胞说，我们会在会务汇报的时候再告诉大家我们到底要花多少钱在这里，你觉得不是本末倒置吗？让我们在这边看你们预算的时候是非常的不以为然，尤其我是身为一个原住民的族人，那个民意代表，我在你们这边看到原住民的部分只有仅仅几个字，是列在你们这一本里头，原住民的科学节，这么大的一本预算，原住民只有这样子几个字跑出来。请问一下部长，你对原住民地区的科技，不管是我们的农渔牧，你有什么想法？你不能够老是让我们原住民先，你上面我看到了，你说因应气候变迁，然后你要提升农林渔畜牧，这个部分荷兰已经开始在做了，做了已经快要10年，将近20年了。那请问一下，我们科技部，你对于现在因应气候变迁，那个现在那个风大雨大，然后呢气候是极端的，我们的农渔民要怎么因应？原住民的，我们现在看到落果落的非常多，甚至于就是暖化了，我们的花开出来很快，就是跟四季完全不一样。请问一下杨部长，你对这个部分你要怎么做？你应该告诉我们吧，这不都偏在你们的预算里头吗？对，我说哈，其实我们科技部是做研发的了哈，所以我们当然会让这些气候变迁的影响对农业作物的影响，会做更多资讯的揭露。你要怎么做？请问你上面有写啊，你说呢，提升农林渔畜牧等作物的适应性疾病，然后呢，因应气候变迁的时候要怎么样因应，要怎么做？我现在问你好不好？我的族人告诉我，因为极端气候，有时候极冷，有时候极热，所以我们的树、果苗、花，它长得就完全是不一样的。那请问一下，你现在告诉台湾的农民，告诉我们原住民的农民，你要如何因应？你是不是要怎么改变你的种植？还是你的植物要怎么弄？你的花果还是这个东西不要做了？我讲荷兰，一样。它因为海平面上升，它在10年前就把所有靠近海平面的这些农渔畜就告诉他你要往上面迁走了，甚至于因应气候变迁，你可能会那个土变成海盐化，所以你要改变你的种植方式。人家荷兰10年前、15年前在做了。请问一下部长，我们人民缴了这么多的纳税钱，我们还停留在根本不是所谓科技的年代啊？你让我们纳税的这些人民，我们如何能够信服你们科技部？而且你们科技部占的预算是最大。这个我们其实永续学们是有做这个研究了。怎么做呢？就你们的报告在哪里呢？你们的成果在哪里呢？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农渔民，我们什么时候会告诉你，你要怎么应应气候变迁？什么鱼类不要再养了，什么样的树果不要再弄了，然后因为因应气候变迁有非常多的果蝇什么都不一样了。我们这个有研究成果，应该农委会应该有把它应用在这个那您知道吗？
你都不知道，你自己做的成果你都不知道，然后你要让我去问农委会？不是，我说农委会应该有把这个我们跟农委会研发的成果。没有啊，我们部落的族人不知道啊，至少你要让我清楚知道吧？还是你有资料，你能不能提供给我？ Okay, 因为我在你的预算里面，我看到原住民的部分只有在哪里，你知道吗？捐助、补助、奖助，然后原住民科学教育研究，你这边只有6.9亿，请问一下，原住民的科学教育研究要怎么做？6.9亿怎么做？准备用多少在原住民的这个科学研究？我们要跟谁申报计划？我可不可以理解这块部分？不是，我大家知道我们科技部的计划是不是直接补助到地方的嘛？那你补助谁？补助学者，嗯，去做研究的嘛。我们有多少的学者已经做了原住民科学教育研究的东西？哦，这个每年都有几十件。做了些什么东西？你能不能把细部计划告诉我？ Okay, 好好好。然后呢，已经改善解决了原住民的所有的其他什么问题？对，我们原住民的计划就有9000多万了一年。好，那补助项目再跟这个9000多万，在你的所有那么多的预算里面才9000多万。不是，就这是我们原住民笨，还是我们精英不好？研究还是原住民的人文这些科学是不符合你们的标准规范？这个我想请问一下部长，你讲的这个部分是不是好？你讲的这个部分是不是都是学校在做？学校跟地方合作吧。地方是哪些地方？县市政府。跟这个我们这边有看吧，这个几乎每个组都有啊。几乎什么族？每一个族？哪几个族？周族、泰雅族、排湾族、布农族、阿美族。谁在做？那我们再给做了些什么东西？那我们再提供资料给你好了。然后从以前到现在只做了9000万。不是一年。一年做了9000万。然后有什么样的成果？部长你都没有关心哈。因为只有9000万，所以你认为小小的一个预算。也不是啦，就是。所以本席在这边麻烦一下，您身为科技部的部长，不要把原住民当作化外之民。没有，我们原住民还有特别一个专案来。可是你根本就不了解啊，我就想要问你啊。可是你在这边回答，然后帮刚刚那个告诉我你做了这么多，然后我问你成果在哪里，你总要告诉我的族人吧，你花了9000万，成果在什么，做了什么东西？你恐怕还不知道原住民几族吧，部长。我们如果有这样子的部长，我都不知道原住民还活在山顶洞人的时代，我们跟科技毫无连接。部长回去好好做功课，麻烦你提供刚刚我要的资料。OK， 谢谢。我跟那个委员报告一下。谢谢高金委员，那请科技部进速送资料哦。好，接下来咨询的委员是刘世芳委员。谢谢主席。我想请科技部，哎，杨部长，部长，部长，你跟我一样都是从高雄哈上来这边服务啊，继续加油了哈。那我想我刚刚有在会前跟您讨论过哈，我今天想要质询的重点其实就是跟科技部如何来跟国防产业推动相关的部分啊提出啊探讨了哈。从我们新政府上台之后啊，其实我们的国发会呢有办这个盐商国防产业的推动啊。第一次开会的时候呢，就已经有设定，就是科技部呢跟资策会要就资安方面，好，来提出你们的整体的技术方面的协助跟能量盘点跟评估资料，好，那去开会的层级，科技部去开会的层级都不高。好，都不高。那所以我想要知道说，目前我们国科会啊，不，我们对不起，我们科技部配合的这个状况，可不可以跟我讲一下好吗？谢谢。是治安方面是吧？对，治安当然国防产业里面其实有两大块嘛，一个是治安是比较小块，那国建、国造、国际国造是另外最大块嘛，好，因为那个跟产业比较关系比较强烈。没错。那治安方面，现在怎么样配合？因为你们去开会的一共有3次哦，去开会的人呢，层级都很低啊。工程师的副司长，然后工程师的科长，最后就变成工程师电子资通科的副研究员，表示你们不重视啊。那这个是我们五大产业之一呢。好，请问这3次会议，科技部得了什么结论出来？谁要报告？你们谁来报告都没关系，但是要你们报告完以后，我们的部长要买单。你知道吗？
哎，你不要浪费我时间了，要不然我时间要暂停。那这这部分我再问清楚再表示你们没有很在意。不是，我们本来表示你们没有很在意。我们主要是还是这个跨部会的哈，那个资讯那个防护平台。不是，在第一次会议的时候，我要不要我拿会议记录给你们看？会议结论的第一条就是本案先就国防产业相关能量进行盘点，汉翔公司是就航太方面，船舶设计中心就船舰，资策会及科技部就资安方面，啊，白纸黑字写得这么清楚，你也没看到这个，所以我可以断言了，科技部对于我们国防产业自主的国防产业的发展上面，到目前为止是空的。不，我们都是配合，因为不行，你要讲配合，你配合一块钱，还是配合一亿元？我们还是配合一千万？我们主政另外一个这个绿能跟农业那个生技医药已经是我们主政，我们就发很多。我没有意见。治安的哈，我没有意见。我现在要知道说，现在资策会跟科技部就治安方面的配合，他已经举出三个，就是国内产业现有能量的盘点，这个可能是属于资策会比较知道。那缺口的盘点是生产跟技术类，还有缺口需要外购或者可以自行研发的评估，含成本跟时程四个东西都已经列出来。我还没跟你讲到国机国造跟国建国造，只有讲资安。现在科技部的配合是什么？你们是找人还是找钱还是找技术还是提供其他的辅助的能量？空的嘛。目前我们当然是补助那个不，我不要听空的。资策会里面技术服务中心，我知道。那好，那到底这三个人一定没有来嘛？工程师的师长在吧？来，你来回答一下。从六月二号到现在，你们已经派了这些好，可能是很学有专精的人去开了会，结论是什么？我们现在正在规划，就是5+2的这个旗舰计划跟资安有关的。好，那最主要的这个大概包括了就是几个部分哈。那一个是就是我们其实是会盘点我们就是在整个资安的这个整个相关的这个不管是产业哈，还是我们基础建设，我们的整个的缺口技术的缺口，盘点出来了吗？有列了几项哈，就包括已经报到国科会去了啊，对不起，国发会去了吗？正在准备当中哈，因为对，在九月底我们就会提出。那除了九月底会提出，对，9月30。九月三十会提出，这个已经比国发会在开会的时候比较晚了了哈。那个关键系统的缺口，这个初步完成盘点的部分，科技部这边盘点结束了吗？你们跟资策会开过会了吗？没有嘛？你就笑的原因就很简单，就是没有。你不要告诉我说对不起，那这个部分我们就直接请那个新竹科学园区来主导就好了。那我就把新竹科学园区主导的人找过来，能这样子吗？科技部你在主导科技方面的，尤其这是我们也是五大创新产业之一啊。而且我们都知道，在相当中，我还没有问你，你现在要放多少那个预算下去？我只问你，你准备好了没有？还是你开始准备当中？现在刚才也请到很多委员关心，就是我们5+2的计划要9月30号截止大家提计划哈，那我们才10月多才把所有的计划再把93.1亿放进去那个重要的计划里面，所以其实是还没有放进去嘛，还没有放进去。那就你的专业了哈，各位都是博士了，弄破数破了，告诉我资安在你们的科技部里面，你提出的缺口盘点会注重在哪一方面的技术？譬如说，也许人家讲是防火墙等等这些，你总要讲出来是让国会听得懂的嘛。好好，就是跟那个物联网跟 IoT 有关的哈，那跟云端的资安有关的哈，那以及跟这个就是跟行动的这些 device， 就是行动的这个设备、手机，对这个相关的这个其实都算哈。还有就是就是大数据呢，整个兴起，其实它有相关的资安问题，这个我们其实都是。我建议下了哈，我实在不想再继续讲。第一个进度太慢哈，第二个我建议。你们一定要充分的跟资策会或者是跟行政院的科技办公室能够结合，你们所提出这样的方案到底有没有重叠的地方？一定有一些是重叠，有一些是缺口，所以国发会才要求你们做缺口盘点，特别点名是资策会跟科技部两个要一起合作。请问你们跟资策会开过会了吗？没有嘛？这是六月二号国发会的一个会议结论，结果你们都没有开会嘛？科技部的科技部就是这个资策会那个技辅中心呐、啊。
部长，我是说你们开会了没有？我现在讲的是资安通讯上面的缺口盘点的研发时程跟计划，你们开会了没有？没有嘛？其实我们科技部本身就是不是没有这个没有国防产业这个，我们本身就有这个做这方面的研究了。就是我知道你们有这，所以才要做缺口盘点嘛。那缺口在哪里？根据我不是说你们没做事，我也跟你讲说，我不会去特别问一下说你们预算用多少，我只是说你们缺口盘点已经过了三个月，现在的进度到底准备了没？有开过策略会议，有开过策略会议，有开过策略会议嘛？那开过策略会议的话，是不是可以一份给我参考吗？可以，可以，可以送委员。好，谢谢。那另外呢，可能国科会比较强的，这个对不起，科技部比较强的，我都活在国科会的时代，因为我是前处长。那个国防科技学术的合作研究计划，在我们科技部里面有那个海峡混生的模式计划，还有西南海域的流矿计划，以及海峡外岛跟西部沿岸的海雾测报计划了。当然，资安的部我刚问过了，这个部分有没有请国防部的相关，包括中山科学院等等这些？因为我要跟部长提到，有关这一部分可能是一部分啊，对于我们未来不管是潜舰或者是国舰，它的水文或是海象的部分是相当重要的。我希望我们做的计划呢，不是真的只是为了要拿到博士科技论文的得奖，而是真正可以应付我们的国防科技产业。这个有资料的，有没有海洋这个资料这个中心有这个？好，那如果有任何的若干结论，请让我知道好吗 ？OK， 好，好，科技部要加油了哈。OK， 谢谢。好，谢谢刘委员。好，谢谢部长。那我们接下来请何新纯委员。谢谢，谢谢主席大家好。部长好，你啉一嘴要注意了，不要紧啦，你先喝口水啦，没关系啦。请部长，谢，借用你五秒钟也没关系。OK， 好，谢谢。部长，我想刚刚很多委员在质询您的时候，还有贵部的很多业务我发现还怎么感觉整个我们的科技部的团队都还没太进入状况这个我觉得要检讨我讲一句台语啦，皮啊没遐硬的啦。我想新政府上台之后，大家对新政府期待很深。虽然科技部呢看起来好像跟我们一般老百姓距离遥远，但是呢部长有宣示尤其在你们业务报告里面看到我们有很多的科研的成果，事实上要往应用的方面去走，那也编了很多的预算。那这个如果是往应用的方面去发展的话，又要促进经济的成长，又要促进我们国人的生活的一个，不管是灾防也好，安全也好，或者各方面的条件都要提升，那就表示跟一般老百姓有关系。所以我是真的建议部长真的好好的搞清楚我们的团队真的要需要再上紧发条了这首先告诉你这一点。第二点刚刚刘世芳委员的质询让我想到一件事部长，我们现在整个政府体系里面的资安长还是您科技部部长吗？不是。那现在是谁？副院长。行政副院长。行政院副院长。对，以前张善政来当你这个位置的时候呢，我们问过他这个问题，后来他去当了行政院的副院长，他在他的任内的时候把他提升到行政院副院长的层级。那部长，以你来看，虽然现在不是你，但是资安在你未来的业务报告里面占了一个很大的比例，那您认为资安长、行政院的副院长现在是谁兼？刚才委员说我会这个重要的任务角色已经不是了，因为以前我们本来，我今天就特别要跟你讲这件事，光是在资安里面，我们从过去上个政府时代到现在新政府，我们不断的提醒政府体系要因应未来这个整个网络时代，国家的资讯安全非常的重要，也不仅仅只是刚刚你的司长所讲的，只是在网络上的，不管是购物啦，或者是电商啦，或者是等等的这样子的一个资讯安全，还有很多的部会的资讯安全也非常的重要。所以我现在才要问清楚从上个政府我们一直问到资安展到底发生了，它的作用在哪里，它的位置在哪里，它有整个
领导统御整个政府各部会的所有的资讯安全真的有做到防护措施吗？现在行政院已经成立一个治安处，可能还要成立一个，所以你的意思类似治安局，我不晓得了，是那个治安局吧，总或治安总署类似的那个统筹单位吧。所以你的意思了哈，治安长现在不是你科技部部长，不是，那现在提到行政院的副院长层级，在你还没有所谓的你讲的，治安局也好啦，治安处也好啦，还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组织架构出来之前，那现在治安长到底是谁？现在治安行政治安处有一个处长嘛？治安长啦，整个国家层级不是只有一个处长，治安长就是副行政副院长嘛？所以是林锡耀副院长。对对对。那我建议啦，你在行政院院会的时候碰到他，真的要告诉他，我有机会也要告诉他，这个位置太重要了。OK。那我们整个国家的治安的体系的一个建立，还有防护，怎么样的去抵御所谓的骇客，或者是呢保护我们所有，包括机要机密，是不是？对，现在我们上个政府的时代啊，哈，我们一直啊在咨询啊，整个政府体系里面是搞不清楚啊，这个整个的一个治安的一个防护的一个架构，然后各个部会的一个整合啊，是非常的差的。现在提出一个治安管理法出来以后，就会法源以后就设要设计一个治安管理法，你这边提出来的吗？不是，就治安处嘛，就行政治安处要提治安管理法。好，那我等着，那也希望能够尽快哦。对，那个这个费用，这个费用就应该提出来哦。好，优先法案。这个废止变成我们把它提升为优先法案，所以治安管理法出来后，这个废止有提出来嘛，对不对？对，对呀、啊，所以要加紧脚步。治安管理法出来以后，中央的有关治安的架构就会出来，那个组织啊就会出来。好，我现在要告诉你，就是我们过去从国科会到科技部的时代，我们有很多这个层级不明，很多的定位不明，很多的责任划分不明的情况之下，有了很多的积习陋习跟过去我们经常批评的地方。那现在新政府上台，就是要赶快去处理嘛，就是要有治安管理，就是要处理嘛，因为是制度的问题嘛。为什么讲到这个？刚刚有很多其他国民党的委员在讲93.1亿的这样子一个5+2的一个产业旗舰计划的一个预算，怎么会挂在科发基金怎么会挂在你科技部的预算？这是第一年嘛，所以不是啦，部长，我告诉你啦，上次你还不是科技部部长的时候，上一个政府的时候，你记不记得4G 的执照释出的时候，4G 的权利金50亿，也是挂在你这边啊。对，过去的一个政府为什么会把那一笔钱挂在你这里？那笔钱挂在你这里，也不是完全你在用啊，也是各部会来领走啦，写计划来领走啦，所以这是不是制度的问题？因为科技部就代管科发基金嘛，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尤其是第一年，大部分处理就这样。所以部长，我现在在跟你探讨的就是层级、职权还有责任等等，这个你科技部碰到的问题，你现在身为科技部的部长，你就有责任要跟行政院谈啊。不然被骂的是你啊，被骂的是新政府啊，是不是？对。对啊，部长。但是这个我们现在期许的是你扮演这样子的一个角色。每一次有新计划还没有非常成熟，都放在科发基金里面，就是科技部在主管嘛。所以我现在就是在建议你啊，你要跟行政院好好的探讨这个问题啊。您的资上还有一个科技汇报啊，那科技汇报跟你科技部、你部长，还有你们内部的一个预算等等，这个你要跟行政院院长也好、副院长也好 ，anyway， 你就要跟高层好好去讨论你们各自的一个定位、各自的一个职权、各自的责任，谁该背责任，谁就要背责任。不要讲钱是为你家贵罪，结果呢，钱你一省就开无啥会着，结果拢是你去红骂。刚刚有多少位委员说你们编列这个93.1亿已经违反预算法了？刚刚有几个人，你有算过吗？记不住了。记不住了嘛，因为你也回答不出来嘛。那我现在要帮你讲话的是，上个政府就这样子，一直以来都是这个样子。而这个问题之存在是在于制度的问题嘛，制度的问题。所以我现在在要求你部长，你要往上呈报这个制度。大家来检讨，好不好？来讨论，
不好，该改就是要改，责任的归属该怎么样的去划分，这个是你部长要做的嘛 ？OK， 是不是？莫大家你徛伫遮向门噶，无都引出来。啊，讲较白嘞，接下来要心理的医生，这个问题还是存在啊。所以我会给你时间，你好好去思考一下，接下来要审预算逐条再审的时候，这93.1亿啊，我们啊要好好的让它清楚明白。我们尽快把这个计划把它弄出来。计划赶快弄出来，好不好？好，谢谢。计划弄出来也真的不要每个计划只有两页 A4 呢。不会哈。每个计划都。我先提醒你不要像上个政府一样啊，两页的 A4 就要把4G 的预算全部通通拿走啊哈。这个，我想即使我是执政党的委员，我也没有办法接受。好，这个我觉得这全民的钱，大家一定要把关的很严谨啊，所以。为先公里掏钱，给为每个部会送来的计划，请不要草草率率，请你严加把关，该写清楚，该钱花在刀口上的，该怎么样的执行，请他们统统写清楚，你要把关清楚哦，这才会以利后续的预算的审议哦。好，接下来我要问一下，今天921哦，刚刚有大家提到哈。其实我相信啦，科技部不会把所有的防灾啦、防洪的预算把它删掉，自我删除啦。我相信是你们自己的预算调整的问题。我再提醒你一次，再有其他委员讲，我觉得你们要说清楚、讲明白，你们是怎么样的自我调整预算。有些你刚刚有讲的，你一定要一再的讲。刚刚有讲了，有一笔6亿的预算不是无故删掉啊，是因为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所以不需要这笔预算了，你当然就要减列啊，这你得大声讲啊，是不是？好、哦，不要讲得不清不楚。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影响的是社会的观感。再一次强调，科技部并没有把防灾防洪的预算减列删除，没有，是预算的调整，是因为阶段性的任务完成了，这笔预算可以减列了。对，要讲清楚。谢谢委员的这个，不然你会让大家给误导了，以为新政府不重视防灾防洪，对不对？对。啊，以后你爱哭较大声的啦，讲较坚定的啦，免惊啦。好，来，谢谢。本来就是应该要这样子啊，对不对？那我为什么要讲到921？刚刚哦，蒋委员的 PowerPoint 很多照片，其中有一张是在我大理啦，金巴里，14栋里面都13栋啦，就在我的母校学校旁边而已啦。所以我们都感同身受，真的是921大地震给大家带来一个灾难哦。那十多年来，大家。都能够齐心，而且努力来复原家园。但是，灾防重不重要？很重要，对不对，部长？那部长，你知道你在这个灾防体系里面，你担任什么角色吗？其实，你看我们这个国研院里面10个中心，我们就有4个中心是跟防灾有关系的。对，我知道啊。所以呢，你身为部长，在行政院有很多的一个灾防的角色，你见了很多，你知道吗？你可能也不晓得，你知道行政院有一个灾害防救专家咨询会议吗？我知道。你知道啊？你出席过吗？我第一次出席过。第一次出席过，后来呢？后来因为，因为点点点啦、啊、哈。我们因为有灾害防救中心的主任啦、啊，大部分都要由他。那我现在要提到这个，那灾害防救中心现在是不是行政法人？对，那行政法人之后呢？为什么我去翻了一下他的一个设置要点，跟你科技部里面所有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法规里面都还没有配套，你知道这件事吗？你知道吗？你们的灾害，你刚刚说你知道灾害，我组织法里面已经把它放进去了，只有组织法而已啊。但是呢，其他的一个相关的法规都办法都还没有行政法人的对应条款啊，没有吗？有一些还没，有一些还没，有一些还没。我现在是在提醒你再去检讨。Okay. 那重点是在于，既然有一个行政法人的国家灾害的防救科技中心，那你也知道有一个专家咨询委员会。对。但是呢，你说你开过第一次会，
接下来可能因为有很多其他的行程没有开会，那有可能是由副召集人去开会。那请问一下，你知道吗？刚刚有其他委员提到你们都是科技专家啦，结果你们都不是网络专家了哈。Facebook 有没有人去按赞？你们也不 care 啦哈。你们的科技大观园有多少人去看了、啊？你们好像也不 care。你甚至在这个行政院的灾害防救的专家咨询委员会啊哈，这个网站上面哈、啊、都还是前部长、啊，你们也不会去 care 啦。我都很怀疑哦，刚刚大家在质疑。不管是科普的推广，或者是网络的行销，或者是 Facebook 上面等等的，为什么你们那么多的学者专家，大家都忙于研究，但是难道我们科技部并没有其他的资讯的相关同仁可以与时俱进的去管理这些吗？OK， 好，我们特别去检讨一下。我给你一个礼拜的时间、okay. 你把你科技部里面所有的跟网络相关的、资讯相关的所有的这些，通通整理出来，通通告诉我们，这是人无够，还是大家拢想过无用啊，无人要去看，还是你根本就认为迄一点仔都无重要？你要告诉我们啊，不然你科技部编了那么多预算是要推广在科研成果要应用，结果。一般的老百姓、台湾人民根本不知道你的科技研发成果在哪里，我们成果应用在哪里。我们成果有送给各主管机关这个。不是啦，宝弟，我现在来讲，你不要活在恐龙时代，现在叫做网络时代，是不是？虽然你都认为做了很多，可是刚刚其实就有委员讲了、啊，你们的资料都还是在十几年前啊。那看起来就是没有人在管理啊，没有人在管理，没有人在管理你的资讯没有与时俱进的情况之下，根本都不是呢。你讲现在少年人，现在卖讲少年人啦，其实也有很多、哦、我们的英法族现在都在上网了啦。你怎么去推广？我们在检讨。我甚至如果还有时间，还要跟你讲那个科普的推广的一个问题嘞，下次再谈。谢谢。谢谢。谢谢何新纯委员哈，还有，好，接下来请陈学胜委员，好，谢谢。陈委员，拍谁啊？嘿，因为我知道下一个是你，所以我大胆占用了一点时间。拍谁关系啊？好，主席、本会同仁、部长，好，麻烦请部长。来，部长。哎，陈委长。哎，部长好、哦，你知道文化部106年度预算增加多少吗？我不知道，听说增加最多的吧？增加最多，增加了28.1亿，成长幅度17%，羡慕吗？有钱就要多做事嘛。那没有钱就尽量不要做事。不，我等于说，其实有企图心是很好啊，但是要有钱要做出东西来才是最重要的嘛。我每一个问题后面都一定有一个。前提要你继续回答，郑部长凭什么去争取到这28.1亿？一定有他的办法。那接下来就是最近我们刚头部辐射中心为了台湾光子源这个实验设施启用，那李远哲前院长也去了，总统也去了。那李前院长在这个开幕典礼当中，为我们台湾光子源这个骄傲，当然竖起大拇指。但同样也讲了说，这航空母舰上面是不能没有战斗机的。总统说他听懂了，他也支持。然后呢，接下来呢？接下来，因为那天有说嘛，哈，就是他的不够飞机不够嘛，所以我们要添购飞机嘛，就这样哈。不，那飞机要有预算啊。对对对，那我们也像这个国主任，我们也稍微私下谈了一下明年的事情要怎么做。不，怎么做？我很务实要问你，我后面还有一个第三个议题要问你的。做，因为是谁讲的话，才会决定预算的分配，这是我的今天问的重点。那天李院长也讲了嘛，就是总统也讲了，那是谁讲的话算数？那以后他是不是就决定了预算分配的方向？我今天要谈的是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在座各位科技部比较在这边资深一点都知道，我向来非常支持各部会。尤其在我们科技部里面，尤其国家实验研究院还有其他单位，我都很支持，希望预算能够多争取。但争取的过程当中，就是因为李远哲前院长讲这句话以后说，
航空母舰不能没有战斗机，总统说他听懂了，问题是我现在就迷惑了，那我应该怎么样去支持科技部？因为这预算只有这么多，未来怎么分配？所以每一次大家看那个科技那个计划的时候，都会看说你的依据是什么嘛，哈。当然我们现在最依据最高就是全国科技会议嘛，那个是最高的政策指导。那接下来就是很多这个白皮书啊，或是总统的政见啊，或是行政院长的指示啊，我们就看那个嘛。那我们再整合以后就知道说你这个计划这个政策优先度嘛，哈，这样知道。但过来就是技术审查嘛。对啊，因为我看到这一次科技部的报告就多了新南向。对，就是这是政策的指示嘛。对了，政策指示，所以就预算要去挪移。对，这过程当中，我觉得我最担心的是科技部就不能做一个长远的发展的规划。不长远的，我们当然我要谈的就是接下来，在我昨天总咨询稍微提到一点点，我也跟部长曾经在高雄提过，我们为了预算的紧缩，我们竟然把台湾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化学资料库 Reaxys， 我们竟然在明年要把它终止合作。它不是属于我们科技部的，它是我们科技部跟所有的公部门，还有我们台湾的学术单位，还有我们的大学一起拥有的一个电子资料库。这个化学资料库才1700万哦，不是用预算哦，才1700万。在台湾最少有30个单位在使用，包括中研院在内，里面有75%个单位只有用这一个化学资料库。这个资料库会影响什么？会影响到我们的基础研究，影响到我们学生未来研究资料的索取快速以及正确性，它影响到我们未来的生技产业，影响到我们的绿能，影响到我们的材料，影响非常多。科技部没有什么钱，部长，没办法，科政中心只好忍痛，忍痛，把这1700万就砍掉了。你知道这一砍掉以后，未来我们有30个单位，里面有75%这些学术单位、公部门的研究单位，包括中研院在内，他未来在检索资料上面面临的困窘，你变成盲人在摸象。我们刚刚在谈防灾预算不够不够，我现在跟你讲，我们连基础预算都不够。一个新政府的分配预算怎么可以层层分配到最后连这个基础的资料库把人家删掉？部长，这如何做后续的研究？科技部如果连没有基本资料库，以后怎么让我们后一代的学子，我们的新的学者怎么样能够跟整个国际做接轨？而且影响到的不是只有化学资料库，我还问了其他几个单位，包括我们的数学研究中心的，包括我们的物理研究中心的，包括我们的地科研究中心，全部都因为这几年我们在所谓的电子资料库的租借上面，或是在我们订阅期刊上面，因为国际的整个订阅的这个费用是在上涨，大概涨5%左右，每年都在涨。对，我们应该看到这个趋势，我们不可能没有这资料库，这个预算是必要，绝对不能删的。可是为什么没有人去坚持跟行政院长讲说这笔钱不能删，然后让总统说我听懂了，我支持。部长，我现在讲的不是亿哦，讲的是千万，甚至有的资料库百万。不，资料库的问题一直这几年来了都是问题，不只是这个。你刚才讲化学，所有都在涨哦，而且每年大概都涨5%到7%，所以这个是全国每年都在检讨的。但是我也感受到了哈，就是说现在全世界就是几个树上在垄断这个资料库的问题嘛，所以最近好像，我看这个学界对资料库这个问题也有不同的看法了，所以很多难道台湾要在自己再发展一个不是自己的资料库吗？不是，它有不同的那个商业模式要会出现嘛，所以很多国家都在因应这个，学界在因应我，因为学界反弹的结果是为什么我们是制造者，最后我们说是你这个书商嘛，因为书商是一个中介公司一样嘛，所以现在这个模式是会变的，所以正在变这个情形之中哈，其实每一种杂志哈，每一种杂志都在寻求不同的方式去因应的哈，包括当然我们、这个、您知道这一个化学资料库。科技部的因应政策是什么吗？就是我们把这一个化学资料库我们解约，然后请各单位你们自行决定要不要跟他来订购。部长，
叫做因应吗？不是不是，我们当年为什么要做一个联合电子资料库，就是希望透过联合的力量防止它的个别急迫的垄断嘛，对不对？但是今天因为我们没有预算，才差1700万，回过头来叫各单位你们自行去议价，部长、这个、怎么会去走回头路？这叫因应政策吗？针对这个我们再检讨一下。其实哈，联合也有它的好处， 分开也有它的好处了，因为分开你就会绑住嘛，你分不联合就会绑住，分开也有它的，像其他的学美就分开嘛，分开搞不好是比联合要好的。部长 有些时候 联合好了，如果今天你还是中央大学校长，你一定跟我说不行，我看中央大学也是使用单位之一，你竟然从校长变成部长以后，你把责任回归给 各单位，不是不能这样子，各单位连106年度这预算都编不进去，里面学术单位这么多，尤其大学这么多，现在大学因为我们动涨学费，所以学校在经营上面非常辛苦，这种科技的基础研究本来就应该科技部一肩扛起嘛，连如果这种基础的资料库，部长，我们连科技部都不能获得行政院的支持，只是为了行政院一个新南向，我们就要去做调整预算的因应。部长，我谈的就是一个谁决定预算，我今天谈的重点就是这个。Okay, 所以我很羡慕说李远哲去参加那个典礼，就讲航空母舰上面没有战机，我要讲说现在连航空母舰要怎么去做的那个资料长什么样子我都还不知道，那是不是请李前院长也来为我们科技部科政中心站下，我不要1亿多，我只要1700万，其他地科中心、数学中心、物理中心要的才200-300万，部长，这个钱绝对绝对不能省。OK， 而不是一个大官站在台前，然后讲的那句话，总统对他微笑呼应，就改变了预算的分配。我讲这句话不是不支持同步辐射中心，我觉得同步辐射中心这个案子当然应该支持，但国家要搞清楚，很多的研究绝对不是因为换了谁执政，他喊了一个新的口号，所有的政策就做一个彻底的改变。科技部过去长久以来就有新南向，但是不要因为喊一个新南向，因为我们不要西向，所以新南向就又把整个预算分配去做一个改变，改变的结果就是层层删减，删减到最后连一个基本资料库都要删掉。部长，我痛心的是这个。OK， 这个我们这个内部会检讨调整一下我们这个预算，哪一个东西比较重要？刚才讲，其实我前面有想，就是要稳定基础研究，我这个特别了哈。当然，我们科技部里面基础研究只有科技部会补助嘛，那其他的那个比较应用的，还有其他的单位有会互相合作。这个我们特别注意了。当我现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也许这个各单位又在紧张了，想那部长要从哪里要 K 我一点 A 我一点钱出来。部长，跟他们无关，这个钱要去跟行政院长要。OK， 我们再来调整。好，我今天要谈的这个事情哦，是有感而发，因为部长你来自于南台湾，然后你在南台湾在最有限的资源底下，你创造了南台湾很多合作的模式，我觉得这一点你应该把南台湾看不到的亮点，你应该让行政院看得到。但是部长，我觉得蛮遗憾的，一直过去都讲说国民党政府重北轻南，可是在科技部的预算里面，我并没有特别看到对于南部，因为部长您来自于南台湾，过去在产学界的经验，今天在政府有在预算上面看到一个成果。尤其那一天我们到高雄去的时候，我深刻感觉到你在高雄可以算是高雄科技界的教父级的人物，但是这次在预算上面，我觉得部长你有一点对不起南台湾。努力了，努力。像那个像绿能哈，就是台南嘛哈。那我们这个海洋啊，或是这个国建国造，我们希望在南部的产业有好处了，哈。部长每次碰到你微笑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质询你。你的微笑攻势打动很多人。不是，这个就是。但是你碰到行政院跟总统的时候，你要坚持板起脸，永远保持这个乐观积极的态度嘛，就这样嘛。好啊，永远没有最好的嘛，都要这个寻求更好而已。好了，部长，我特别跟你祈求，今天用这个化学资料库，还有其他资料库。OK， 那个我们我只请部长就说内部调整基础的研究是科技部很重要的
一个本，这个本绝对不要因为政策的变化，这个风而把它吹坏掉。其实每个大学对资料库都有因应的办法哈，大概整个删掉是比较极端的，我是不晓得哈，因为每个大学化学是物理，这个电机每一个都每年都有调整删减，但是不会说全部这个。把它砍掉。你看我很守时，何委员要站起来。我说我没有超时，是部长超时。谢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陈委员，我不能习惯回来他这时间嘞。谢谢部长哦。那接下来咨询的高路移用委员，高路移用委员，高路移用委员啊、哦，他不在。来，接下来是钟嘉宾委员。哎，主席。本委员会先进，在场的记者媒体女士先生、工作伙伴，还有我们科技部的各位辛苦的同仁，哈，大家午安。那有请部长。来，部长。部长过去在大学担任校长，觉得这个工作跟现在比起来怎么样？有没有怀念以前？有不同的挑战了。OK，那您对过去您在担任校长的时候，你对于贵校中山大学嘛，哈，嗯，学生他们来自什么家庭，有没有大概的了解？你说哪家庭背景？家庭背景，比如说是军工教啦，还是专业人士啦，还是家里务农啦，还是一般劳工的阶层？都有吧，都有都有。你觉得比例上呢？以区域来讲，可能是中南部比较多了。不，我这区域啦，那是职业别呢，社经背景。职业别我看不出有特别了。好，那你大概知不知道，大概一般目前大学的学费一年要缴多少钱？大学费大概5万到6万嘛，那是公立大学，还公立大学，私立大概10万左右。不错，你大概有这个市场了解。我给您看一个资料哈，这是我们目前教育委员会啊，我们办那个高教论坛当中哈，我们可以看得清楚哈，蓝色的浅蓝色的这个专业人士呢，在研究所跟公立大学都占了35%以上，但是你会发现呢，如果是自营作业人啊，非技术的体力劳动呢，在专科学校跟私立大学或科大占的比例比较高，那么单单在私立大学跟公立大学的部分呢，就将近你说专业人士跟这些事务人员加起来的差距啊，就相当的明显，显现出呢公立大学大部分来的家庭背景都是社经地位较高背景的学校，但是想反过来说，我们看下一张，但是你看哦，我们公立大学的学费大概6万一年，私立大学11万，技专院校呢大概也是5万跟10万，都差不多一倍以上。对，好，一般在我们的目前国内的高等教育当中。反而是社经地位条件经济能力较好的学生去念了公立的大学，学费较低，而经济条件可能较差的学生，他的家庭较差的学生，他去念了私立的技专院校，然后呢学费较高。为什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看一下公立大学当中呢，他的学杂费收入来自于学生支持的部分不到20%，但是在私立的技职院校高达70%，将近70%是来自学生的学费。所以某个角度上来讲，公立大学为什么学费占它那么比例那么少呢？因为它有高达将近7%是学校的教学补助收入，也就是说，包括您过去所服务的中山大学，学校之所以呢不用跟学生收那么高的学费，是因为学校有其他来自包括科技部提供的科专计划的研究补助。所以某个程度上来讲，目前我们国家的资源在高等教育部分，大学不只是教授，不只是从事研究、从事技术发展，它也负担有高等教育人才培育的功能。但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结构之后呢，我们觉得在高等教育的均衡发展上，有没有必要来适度的思考，给公立大学这么多的研究经费，而私立的或技专的他们拿不到，是定位上不需要，还是说国家政策上我们就是扶强抑弱，这点我要请部长思考一下。那现在你来看一下，目前我们的科技部的学术研究哈，平均每年近2万件呐，啊，那大概呢，大概有这些比例，一年呢都要超过到20亿元，相当大的一笔金额，200亿啊，200亿元，对不起，200亿元哈。那再看，那谁拿去了呢？谁拿去了？台大啊，这深蓝色的部分。成大红的部分，中研院绿的部分，其他的青交中央中心中智辈的和台师大跟阳明，包括请教部长，有看到过去您的学校吗？中山嘛，有没有看到私立的大学？有没有？
没有，没有啊。为什么科技部的预算、研究计划预算集中在这些学校呢？为什么？有人说了哈，这个教育部是这个有教无类嘛，科技部是追求卓越 ，OK， 所以嘛，计划，假如说以论计划来讲，一定是就是最好的计划嘛。了解 ，OK， 好，好。但是我要跟委员讲，其实我们还有一个计划是这个专门给私立大学申请的，好，所以我们也有照顾到就是所谓的。那要是教育部来讲是偏乡啊，或是这个弱势的部长，我今天并没有说你不能追求卓越，我也没有说你集中在公立大学是错的哦，是你自己说出追求卓越，你说教育部是有教无类。我要问的是，这些经费，科技部是用什么样的逻辑在分配？我刚刚刻意的引导你说，目前我们学生呢在念公私立大学，他的社经地位是不一样的。学费是有差距的，政府对公私立大学的补助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可能担心说，哎，为什么科技部都专门给钱给那些特别有钱的学校，给那些社经地位家庭好的学生就读的公立大学？其实不是嘛，你说的是追求卓越嘛，但是我们问的是什么？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要看下一个，除了集中在特定的学校机关之后，我们看下一个，集中在部分的主持人啊，也就是说，我们国家的这些尖端的追求卓越人才就很少数嘛。所以大概这些经费都落在这些主持人的口袋，如果按照您这样说的话，这也言之成理啊，对不对？你看看三件以上的一年平均有276人，超过3000万的一年平均呢，好，平均每年大概有23个人，就有23个人一年都大概可以拿到3000万以上，好，一个人可以拿到三件以上，一年可以拿到三件以上的大概有276人，这可能就是我们国家里面的顶尖的科学家或研究学者，可能是这样，对不对？那我们来看一下，那现在我就问题出在这里了。就是我们科技部呢，它这个研究计划审查机制跟审查遴选的作业要点呢，基本上也蛮符合这样的一个封闭式的遴选嘛。部长，你们的师长都要提什么？学门召集人嘛。对。学门召集人再提供给一个什么？一个副审委员名单。我们看一看哈，我们目前呢，我们的学门审查会，它有2个以上的初审委员。要初审委员通过复审，还要包括学术汇报核定。这个在座各位科技部的长官一定比我更了解，但是在场有很多的媒体记者女士先生，我说一下，再往下看。那么这些委员怎么产生的呢？啊，有这些学科复审委员是由科技部的这个次长核定，但是由师长征询，然后以此定为召集人。那这些委员怎么产生的？其实就是由你们的底下的委员都是由上面的委员产生的，是不是这样子？对。好了，所以基本上呢，在我们来看呢，这个资源的分配来啊，师长找到一个肉掌官，肉掌官里面有肉掌啊，拖下去的都是他的人啊。所以呢，如果今天我们不是用科学经费的分配来思考，我们是用假设我们比较一般的民主政治选举的逻辑啊，按那叫做白条啊卡啦。不，这个我们会一直优化这个问题的，当然永远都会有类似你说的、是没有错那个问题产生，我们都一直非常检讨。所以你们检讨的时候呢，我相信科技部在每个师长找学门召集人、学门召集人推荐这些委员的名单的时候呢，他都有一个信心，说我挑的是各学门最优秀的委员，但是我希望这里面呢能够接受到一个社会公开的一个评论。其实在我们科学研究当中也是这样子啊，这个社群是一个能够接得起经得起大家讨论的嘛。对，所以你看看你们的名单当中，我这边有打勾的，有没打勾的？没打勾的名单没有公布啊。为什么这些委员的名单不能公布？能不能给我们一个说法？我们现在哈有针对这个名单要不要公布有讨论过好多次了，是有些学门有公布，有些学门是还没有审议之前就公布了，就今年的审查委员是那个复审委员是谁啊，有些是审查完了譬如说我们七月底就审查完八月都公布，有的是一年以后公布哈。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有的公布有的不公布？因为这个就是文化的问题了，不同的学门或者不同的处啊，有不同的公布方式了。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个科技部里面不同的师、不同的学门有什么不同的文化？我跟你举一个例子哈，像这个自然跟工程的啦，要是计划没通过啊，他一定死要说你一定要把研究计划的为什么没通过的审议的那个内容给我看。是、哦、他类似说死要见尸嘛，对不对？但是
但是部长今天创了很多名词哦，追求卓越、有价无类。但是人文处的人就不一样啊，人文处的人，你通知他没通过啊，他已经心情不好了，你再给他这个审查意见给他，因为没通过审查意见都不是很正面嘛，他就跟我讲，你不能把审查意见给我，我已经。你通知我没通过，我就被你侮辱一次，你再把审查意见给我侮辱第二次，你不要把审查意见给我。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各处哈，大家都知道嘛，自然科学还有工程，这个人文社会都不一样，所以我们会尊重他们，就是像那个评鉴一样嘛。你说哪一个人什么 SSCI 或 SCI， 我们都会要尊重不同的学门的文化，让他。自己来评审，不是他让那个领域或那一帮文化的人来评审他哪个优劣是比较好嘛？所以这个我们也是尊重他的学门，他们也是开了很多次会说，哦，我们要一年后公布，我们要不要很细的公布，还是一个很笼统的公布？我们要不要用这个，譬如说，这笔画顺序来公布，都有不同的思维了解，所以我们尊重各学门或者各领域的公布。科学家们在这方面也其实跟一般的人差不多了哈。所以您，所以我们中间还是有民主机制了，有民主机制。对，不过您有民主机制呢，我是觉得还是要有一个共通性的标准了。对 ，OK。不然的话，就是关起门来自己审查，这样外界难以接受。我刚才给你那么多时间，就让外界看一看，原来关起门来，科技界、研究界、学者们在讨论这些研究经费的时候。大家还是很凡夫俗子的了，对不对？好，所以呢，我现在呢，我们一直优化这个审查机制。我今天有讲嘛，一直改善嘛，哈。所以我就说，刚刚您提到了，你还特别帮我提到了区域的分布。其实我一开始没有提到，接下来我要提的就是这一个了。目前呢，我们台湾的这个研究资源，你追求卓越可以，但是你集中的地方其实有区域上的一个明显的分布。台湾是一个非常多元的一个国家。譬如说以热带农业来讲，一定是我们在屏东最好。那你的学门当中，如果你挑的这个学门召集人，你挑的，所以我希望说，这个我们特别事后，你能不能把过去这几年来，我有个临时提案，将你们这几年来，你们这些学门召集人委员他的地理区域分布、学校分布、研究计划通过的方式，用区域的方式， okay. 用地区表达出来 ，OK， 让我们看一看经费都落在哪里，可以吗？可以。好，所以呢，我最后不用公布名，你告诉我内容，告诉我结构， okay, 好不好？这可以。那最后还是跟您说的说，这是这一期的《科学人》杂志提到，其实大学里面的学者，他不只是研究人员，他也是我们新一代学者的教学者。那么这些研究者呢，他也需要学习教学的方式来教下一代的研究型学者。那么我们看到这些研究经费，你给的方式可能让教授们他集中心思在处理研究计划，没有时间去担负起他学校的教学责任。我们知道很多大学他的教学跟研究是并进的，但是我们希望科技部在考量到你研究计划的发出的同时，也希望这些研究计划的经费对象那位教授、那位主持人，他也能够在科学研究上有帮助于启发下一代的科学研究者，好不好？这个我们特别注意。好，谢谢您。对那个教学方式或教学技术的改善，那个我们也是有研究计划的。这样的，对。好，谢谢。谢谢钟嘉宾委员，来，部长请回。啊，接着是卢秀燕委员，卢秀燕委员不在，江启臣委员不在，黄伟哲委员不在，萧美琴委员不在，郑运鹏委员不在，赵振宇委员不在，接下来是我们李丽芬委员。主席好，麻烦请部长。来，部长请。来，李委员好。部长好。部长这几个月劳动议题在社会上有很多的讨论，那部长你可能觉得很诧异，为什么我在这边跟你提那个劳动议题？部长你知道我要问的部分是什么吗？我不是很清楚。不太清楚哈。那我想请问部长，就是说你知道科学园区的劳检权是属于哪个单位的？各县市是吧？好，应该是各县。不是哈，我们那个科学园区的劳检权其实是属于我们园区的管理局在负责的。OK， 好。好，
所以呢，在这边我想要请问一个比较制度性的一个问，制度面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我们园区管理局他又要做招商，他又要做劳检，部长你会觉得这样子有没有一点冲突？你觉得呢？我现在第一次听到说劳检是我们自己做了哈，那我回去想想看。我们那个是。好，那我们今天来讨论这件事情。那我们内部会，对对对，我们内部会分开了，就说招商的招商组哈，那比较管控管制的是另外一组哈。可是当我们招商很困难的时候，对，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知道有些科学园区现在在招商上面是有困难哈，所以可能有一些的想法就是说，那我们会不会在劳检的时候可能就不会那么的落实哈？那这个部分可能就是我们是特别注意在担心的一个部分哈。Okay. 好，那部长我想说你也知道说，其实，在科学园区这种超时工作情形其实是非常普遍的啊，然后也常常引起在这里面工作的一些工程师有一些职业相关的一些职业病的一个产生。那我这边就看到说，其实在几年前有个新闻就提到说，南科的工程师他们可能尿结石的比例是达三成，好，所以就所谓的血尿工程师这样的一个讲法。那最近也有新闻提到说，在竹科里面有六成的员工检查健康检查状况其实都是不及格的。那其实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在身体健康这部分，部长，你要不要猜猜看，这些工程师他们的身体健康最主要的问题会是什么？因为我没有特别去研究，但是我个人觉得了，压力可能是最大的来源。压力，工时长短可能当然是一个，是，但是我觉得压力了。是，因为高科技公司它时程很紧嘛，对对，所以它每一个从政策面到最后，我觉得压力是最大。是。好，那我们这边看到的就是说，最严重就是所谓的 BMI 值都很高，过高，那就是所谓的过劳肥。好，那再来就是胆固醇问题啊，尿蛋白啊，跟血糖这个部分，其实也都是很严重的哈。所以在长期在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情况之下，其实是很严重影响这些工作人员的一个身体健康的哈。那在这边我要提供一个数字给部长参考，就是说劳动部职业安全署它就有统计，在104年度三个科学园区一共查到了56件违反劳基法的案子，有230件是违反职业安全卫生法的案子。好，那其实这些违法的厂商其实应该是要公告的，可是我们到这三个科学园区这些网站去找，有的是有找到，有的是很不容易找到。那我在这边其实要给部长一个建议，其实我们知道现在其实新北市他就做了一个资料库，就是把这些违反这些相关规定的厂商就变成一个资料库，然后民众他只要查一个关键字，查了这个厂商，他就可以把他历次的违规的一个情形都列出来。那我们目前看到我们科学园区这边是公告，就是单月公告这样一个情形，可是你如果说我看了这个月，我看这个月我就不知道他去年是不是有违反，所以在这个部分呢，是不是可以请我们在这个部分做一个改善？ Okay, 可以，尤其是我们科技部嘛，这个技术应该都是没有问题的。其实我觉得我最近有到各个科学园区去这个座谈，是，我觉得他们也很重视员工的这个福利啊，或者健康问题。大家都有非常有改善的诚意的，这一方面我们应该实际现在来推，应该是很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互动关系了。好，那我现在可能也要请求，就是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200多件的案子，能不能把清单，例如说哪些厂商违反的法令累计次数啊，还是罚款的金额，是不是可以提供相关的资料给我？OK， 我们整理给那个委员哈。那我们也会希望说，看看最近开个，因为我们委员那个立法院有要求我们看看是不是开个座谈会，希望委员刚才讲的事情是不是可以再尽量减低，好不 好？那除了公布厂商，其实还有一大块就是要强化劳检。那请问一下，那个部长，你知道现在三个园区劳检人力有多少吗？那个中科你先来分，劳检人力多少？好，
我们目前是有一个科，就是一个科独立在做这个作业。对对，我这边看到的那个107个，一个科七个人。好，七个人嘛哈。我这边看到104年的决算报告是竹科有6个啦，中科4个，蓝科有5个。那其实我们最近也看到劳动部郭部长他有提到说他增加劳检人力从700人增加到1000人。那我不知道说我们科技部会不会跟进哈，因为我现在看到你们劳检率大概是50%，就是新竹可能最高，就大概70%，可是平均起来大概50%多哈，所以有没有可能去增加劳检人力？我们在检讨好不好？好，我们这整个能力来检讨一下。OK， 好，谢谢部长哈。所以呢，在这边就要再提醒部长哈，你的业务其实是跟劳动权益有相关的哈，所以就希望说，在这个科学园区这边的工作人员的劳工权益，希望部长也能够多多的关心哈，注意。好，那再来要请教部长，就是说我这次有在我们行政院的施政报告里面有提到我们科技部所补助的一个研究成果哈，其中有一项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赞同也肯定的叫做人文创新与社会实践计划。对，好，那这个计划我看到，其实我也是关心所谓的偏乡教育的问题哈，在这边我们就看到是成功大学他的团队就有在台南的公馆做远距教学，然后东华大学他有做暑期的伴读，那另外我们看到一个新的就是台北医学大学，他也做一些比较是展龄长照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计划哈。那我想说这确实非常重要哈，就是我们透过大学然后投入偏乡地区，让我们民众能够获得服务，也让公共的资源能够获得有效的运用哈。所以我非常肯定这样一个计划哈。那我就特别请助理去询问我们科技部哈，就是这个计划未来的一个发展。然后我们科技部这边的回答非常的好，非常的正面，他是说希望能做到遍地开花，好，这个方向要做到遍地开花。不，我们会检讨，就是成效以后稍微修一修这个计划，这个执行的这个方式跟内容。是，所以我也期待它遍地开花。可是我看到就是说，我们其实今年，例如说我们今年核定只有4个计划。好，成大、东华跟暨大、暨南，它是延续前3年的，然后北一是新加入的。可是，在105年的预算，我们有增加吗？有要遍地开花吗？105年是有增加吗？有增加，去上一期是7000万嘛，今天这一期是8000万。8000万哈，可是8000万应该也没有到我们要追求那个目标嘛哈。对，这只是第二年，我们会一直检讨，一直在改善这个执行方式吧。好，那这个部分也要请我们部长这边是不是也可以把这些相关的计划有哪些，然后核定的金额，以及他想要处理的社会问题是什么，也列一个清单给我参考 好吗？谢。那我会期待说这样的计划，我们是不是能够逐年的一个增加，鼓励我们大学真的走到社区，走到偏乡去，然后来一起解决这样一个社会的一个问题。根据我知道哈，我们这个学术师里面的人文师啊，是这几年来预算增加比较状况比较好的一个师了。是是，当然就做了很多这个跟那个说人文这个人文创意社会之间，还有就是跟每一个县市合作的这个是那个都市治理的计划，这个、计划对人文科技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计划哈，所以要请部长要继续的支持下去。而且这个是以学校来提的，不是教授提的，是是、啊，所以整个学校带进去跟那个社区发展一直做研究的。好，那接下来也要跟部长讨论，就是说我在这边其实我一直比较关心的就是我们怎样子让研究跟实践能够更加的一个结合哈。那在今天的报告里面，我们看到一个物联网产业哈，然后要做穿戴式的一个智慧应用服务。那这边我要跟部长分享一下，我前阵子才去参加一个活动，是叫做智慧旅店。好，那其实现在旅馆业他们已经在做这样一个智慧的一个旅店的一个服务，他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包括他从一开始的 check in 就是一台机器拿的智慧房卡，然后到了房间去，他都还可以收集到这个住户他喜欢的温度，他喜欢的光线，然后来提供未来的住户能够一个很特别的客制化的一个服务哈。所以我这边要讲的就是说，其实这一类的一个
服务，像这种智慧型的一个应用就来看，其实它的本质是服务的一个概念。好，可是我看到我们这个部分，在这个方案里面，你要做的其实是要厚植国内学术界穿戴式装置的创新应用研究的能力嘛，哈，所以然后要跟学术界征求研发计划，那我就不知道说。目前这个计划是不是它还是以所谓的理工技术研发的方面的科系为主，还是我们其实是可以扩展到所谓的是它是一个服务的科系，例如说观光业，好像这个部分他们也有可能这样的一个发展，有没有可能开放给他们，还是做科跨领域的一个整合的一个研究？跨领域的整合，好的，我们在吃对对对，那一个计划呢，是基本上是在那一个就是在那个整个平台上面，让学界呢去开发那个就是各种的这个发想，所以他有在生活上面的，那有在医疗上面的，有在生活艺术上面，对，所以目前有的是这样，所以其实他也是。它会是一个跨领域的，对对对，它是跨领域的，它也非常欢迎各个领域来。OK， 好好，那提到这个问题，其实也会跟我们的长照有关系。所以现在叫做智慧生活了。对对对，智慧生活。然后讲到物联网等等这个部分，我要讲的说，其实它也跟我们接下来我们新政府要推动的那个长照 2.0， 其实也是可以做结合的。对对。所以部长，你知道我们现在那个长照 2.0 有分成哪三级吗？我这样好，因为我们现在也推动跨部会的合作，我们跟农委会跟卫福部哈，真的有做在，甚至我们跟客委会都刚才讲，刚才跟大家委员知道，我们客委会文化部都开始有跨部会的合作计划了。好，所以在这部分也希望我们部长就是在 2.0 这个部分，尤其是西极巷弄这个部分，其实它未来人力是不多的，我们是不是可以结合卫福部？可以好，一起把在这个巷弄的这样一个服务站，能够让它朝向更科技、更人性的一个服务。这个部分，我们希望科技部能够来协助卫福部。那最后一个小问题，就是说，因为我今天有看到我们行政院科技汇报的同仁有在场哦，因为我之前有我们办公室有跟汇报这边询问过，爱台十二项建设里面有一个缩减妇女数位落差的计划，那里面有1.2亿，究竟有哪些项目？可是。问了很久，到目前都没有拿到资料，是不是可以尽快提供给我们 ？OK， 我们回去看看。好，好，谢谢，谢谢部长。好，谢谢李立芬委员，谢谢部长。接下来质询的委员是林俊宪林委员。那林委员，我们非本委员会的委员，质询时间8分钟。好。好，谢谢主席。啊，本席邀请部长。来，部长请。来，林院长。哎，部长早。部长，我看了部长的给本院的工作报告啊，我看你其中有一项特别提到啊，相关的科学工业园区啊，那其中啊，你说要发展智慧及永续科学园区里面。你有提到一个中心新村、下一代新村这个计划，那这个计划，你知不知道？就是当年马英九总统的爱台十二项计划之一，你知不知道？你可能不晓得哈。有听说。那你知不知道这个计划目前的状况如何？你有没有到现场去看过？有，看过两次了。啊，你觉得如何？反正事在人为嘛，大家假如说有好的点子，当然我们就把它做出来嘛。当然，国家的政策要延续了。对，旧政府的烂摊子啊，也是要收了。这个计划当年说了，准备吸引250家研发单位，是不是这样？好，原始计划，马英九的爱台十二项建设里面，说要吸引250家研发单位进来。现在现场有几家？现场已经进驻2家了。哎，跟委员报告，目前我们引进的高科技厂商有10家，然后中创园区里面大概有20几家，加起来大概有30几家。那这个计划已经，我们因为配合本地讲200几间啦，
存二三十间啦。是，那这个是因为 我怕你都还高估嘞。是，更委员报，这个是因为过去啊没有这个文化的议题，那现在文资保的议题，那所以我们重新原来设定叫做智慧园区，是，后来发现根本招不到那么多研究单位，所以在放宽入园的资格也没关系啦，让你有弹性嘛，有困难解决嘛。结果现在啦，再加一个什么文化，还是招不到人了。原本说希望啊，创造一万至少13000多个工作机会。我听说现在啊，在里面呢、啊，大概到500个人，不止吧？哈、这个，几百个人而已啊。是，那因为还有一些中央的这个哎中办，所以事实上还有每年呐、啊，还有几千人。哎，原本希望啊，可以吸引50亿的研发经费啊，到这个园区来，创造产值啊，啊，号称啊。可以几乎上100亿啊，可见这个当年马英九这个爱台12项计划里面呢、啊，这个计划算是科学园区里面呢、啊、失败的一个典型，但是它有一点成功了、啊，成功在什么地方呢？炒地皮啊，部长，当年因为这个计划一公布啊，附近的土地啊就开始涨，因为啊。政府要圈地征收嘛？为了这个计划，你知道成本投了多少钱吗？政府光土地征收啊，就花了60几亿去征收土地哦。但周边的土、周边的相关农地啊，原本这个园区的大饼画那么大，200多家厂商，10000多个就业机会，上100亿的产值，所以啊。土地被炒翻了，现在发现啊，根本都是胡说八道，空的计划。那问题是我们新部长啊，把它写在你的计划里面，推动你要再推动中心新村下一代新村的计划，这个啊，对部长你就是个挑战啊。哦，当然啦、啊，烂摊子在那边。也不能就看他一天一天烂下去，可是要如何把他救起来？我觉得你在写的施政报告里面的第8项啊，所有的科学园区啊，我觉得都很困难。竹科上半年有没有衰退？新竹科学工业园区上半年是有衰，但是下衰退一成啊。那下半年是希望啊，应该有希望啊，整年度应该会成长，比去年了、啊哦。好啦，希望啦，吼、嗯，因为下半年换部长嘛，啊哈，看下当新部长呢，把它做起来。不是，目前看到的趋势是下半年比上半年好。我看了实在是很担心呢、欸，竹科呢、欸，台湾最老牌的科学园区呢，园区是下半年的业绩会比较好。最重要的一个科学园区，竹科半年就衰退10%。那部长说下半年，那你就要成长超过10%啦，才可以转亏为盈呢、啊。因为一般园区的营业额那南科啦比较高一点，南科稍微有成长了。南科好啊，南科小小成长。台湾的过去啊，规划一大堆科学园区，都亏钱啦、啊，大部分都亏钱，要不然就像中兴新村这个案子啊，像马英九这个案子一样。好，希望部长哦。人家要把它做好了，尤其你的工作报告书里面写到智慧屋，你有看过智慧屋吗？我们这个科技部已经去盖了，已经去盖了。哎，有智慧屋在那里面，这智就是一个智慧家庭一样嘛。有机会哦，请我们招委哦，带大家去看看了。你们盖个智慧屋要多少钱？大概是500多万。5-600万呢、欸？是，那跟文报告大部分是一些厂商捐赠的，像之前呐、啊欸、是拒绝参观，是不是这样？因为还没好，因为现在之前的园区啊，说机密也不准进去，因为很难看呐、啊。那现在没关系啦。OK， 我们找机会看看什么，跟招委看什么。之前真的哦，不准你们进去哦，你学界啦哈、哦，像老师要带学生去看不行，这是我们机密。因为里面空空荡荡，坦白讲，没有东西可以给人家看、啊、不敢给人家看、啊、
我们今年有给这个中部的几个大学哈，进去规划一下每一个大学是不是可以在那边规划一些这个各大学所想象的特色在，就是在那个中核心那一带了哈，希望中心就可以做出不同的特色，用不同的想法来看看能不能做出这个不一样的科学区了啊。所以啊、哦，希望部长啊，新人新政了啊、哦，大家对你期待很高啊。过去啊，真的台湾都是很多口号了，什么2.0、3.0、4.0，我听了都搞不清楚了。每个人都把话在，看不起来。我们现在不要这样啊，我们实事求是。我们其实哈，就是这个原来的预算里面，我们也做非常大的调整，希望可以做出新的不一样的这个以往不一样的，不管是研发的这个项目或研发成果了哈，希望做这些调整有什么不一样。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啊，一个危机就变为一个转机了。你像中心新村这个园区啊，花了100多亿，花了60几亿征收土地，光盖了不知道花多少钱，现场一片像工地一样。完全达不到当时所要的一个目标嘛，那反倒是附近的土地啊涨翻了。现在那个你那个智慧屋啊，我跟你说啊、哦，只有我现在跟你们要资料啊、哦，全部都是图片，都是合成照片，都还是想象图了。可以请委员去看。你看不看 ？OK， 有机会我们再看看中心村，请大家看。我们新村哦，我们何委员带我们去看看啊。OK， 好。好，谢谢部长啊，好，谢谢主席。谢谢林委员，谢谢部长。那我们安排时间再去现地考察，除了去看看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的中核心园区里面的到底是什么东西，那顺便可以去吃吃有名的牛肉面跟酸梅汤。嘿，中心新村底外隔壁呢。嘿，对，来，接下来是陈欧珀委员，他不在哈、哦，来，刘兆豪委员。不在，徐永明委员不在，廖国栋委员不在，管碧玲委员不在，简东明委员不在，赖世宝委员不在，林德福委员不在，邱志伟委员不在，陈明文委员不在，王惠梅委员不在，孔文吉委员不在，蔡逸瑜委员不在，陈赖树梅委员不在，吕玉玲委员不在，张立善委员不在，罗明才委员不在。好，那今日啊，登记咨询的委员都已经发言完毕哦，那也没有其他委员提出书面质询。那关于今日的会议啊，做如下的决定哦，报告及询答完毕。那对于委员质询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于2周内哦。或者2周内送交个别委员及本委员会，但是呢，个别委员如果另行指定期限者哦，从其指定哦。那现在呢，我们来处理临时提案哦。今天呢，有委员提出临时提案一案，那请宣读。学术研究为新知识、新观念及与创新技术开发之根本，是推动国家进步、促进经济发展及提高国民福祉之重要政策之一。我国高等教育部门近年直接来自政府部门，不含大学一般基金之研发经费大幅成长，由94年度之185亿余元至103年度提高至308亿余元，其中以科技部补助计划为常态性，且最重要之学术研究经费来源，科技部每年度持续挹注逾200亿元资源，学研机构从事学术研究平均年近20000件计划，然有集中于特定学校机关及部分主持人之情形，与就学术研究专业地域及机构平衡、利益回避等原则检讨资源分配之妥适性，请贵部于1个月内提出专案报告。又依据贵部于业务报告中所述，学门召集人及副审委员名单列已公开于本部网站，请贵部重新检视相关审查规定及审查委员名单，
公开之情况，于一个月内改善，并入专案报告中报告。提案人委员钟嘉宾，联署人委员李立芬、何新存。宣读完毕。来，提案委员要不要说明？好，谢谢主席哈。那么刚刚我在质询当中，就是希望科技部啊，能够就对这超过200亿的科研计划申请补助的状况呢，首先要做一个报告。那这个专案报告内容，希望能够将过去哈，以你们掌握的范围内做一个比较长时期的分布的一些说明。好，我想这里面提到的就是说包括地域及机构平衡这个部分，我们尤其希望看到，当然学术研究机构不一定跟南北均衡有关联，但是在台湾的科学研究其实有些学门会跟地理分布是有关系的，所以我希望呢这个部分呢科技部呢能够将过去已经补助的状况做一个这样的一个重整性的一个说明，然后以便于未来我们在思考这些科研计划分布的时候呢，是不是透过底下未来这种学门召集人的调整，能够让这些资源能够做有效的帮助台湾有竞争力好的学术研究特色的科别呢，跟机构呢来发展，好不好？来来，等一下，那许志杰委员，等一下。第一个我加入联署。好。啊，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其实科技部在补助这个哈，到底补下去以后会有多大的帮助，哪一部分有什么效果，是不是根据那个我们那个5+2的那个哈，可以列入你们的报告里面，好，那到时候就是说我们科技部的重心在这一部分挹注什么样的努力，那将来可以看到什么样的成果，好，是不是连这个也可以一并哈把它好考虑进来。好，许志杰委员加入联署，来，部长有没有？OK 了哈， okay. 好，那这一件临时提案就照案通过。那报告委员会啊，今天的议程处理完毕，现在散会，谢谢各位，拍手和大家下班吃饭哈。哦，来得出。